好，继续开会。介绍政坛委员，我们陈欧博委员哈、啊，谢谢。洪孟凯委员，啊，谢谢。好，我介绍在场的一些人员。我们行政院工作会吴主任委员，各位辛苦了啊，请坐。还有严副主任委员，好，谢谢谢谢。苏主任秘书、苏明通主任秘书，谢谢。计划处陈尤佳处长，谢谢。技术处林杰处长，好，谢谢。工程管理处何处长，好，谢谢。采购申诉审议委员会陈执行秘书，好，谢谢。中央采购稽核小组吴执行秘书，谢谢。工程技术鉴定委员会连执行秘书，好，谢谢。法规会张明珠执行秘书，谢谢。秘书处张文富代理处长，好，谢谢。人事室李静怡主任，谢谢。主计室林嘉欣主任，好，谢谢。好，请工程会我们吴主委报告，谢谢。主席、各位委员、各位女士、各位先生，责成今天有机会列席贵委员会，向主席及各位委员先进报告本会的业务，深感荣幸。本会统筹公共工程之规划、审议、协调及督导事项，并为政府采购法、技师法及工程技术顾问公司管理条例之主管机关，主要任务为健全政府采购制度，提升公共工程品质，督导公共工程进度及公共工程的安全。基于职责，本会乃积极推动相关措施，如政府采购法的修法，列管各项公共建设计划执行进度，协助辅导工程流标案件，落实循环经济、精进技师管理等等，协助解决机关及厂商遭遇之问题，以提升公共工程之执行效率跟服务品质。以下仅就各项施政重点向主席及各位委员先进报告，敬请指教。施政重点方面，健全政府采购制度，采购法修部分修正条文在2018年4月30号大院三读通过，总统2018年5月22号公布，感谢大院支持与审议。同时本会那么也已经征修相关办法及规定，供各机关来遵循。为推动生命全生命周期采购策略，鼓励机关就规划设计、发包、施工、旅游业管理及营运维护各阶段均纳入考量，另鼓励各机关灵活运用采购策略，应按自己采最有利标，以提升公共工程品质及采购效率。为确保政府工程采购规划设计及建造品质，本会办理工程技术服务合理费用之研究，协助各机关建立合理可行之技术服务费用之计算基准，为使工程顺利进行，除持续召开专案检讨，协助流标案件的解决之外，在制度方面上面，我们修正技术服务契约范本，要求设计成果应具有施工可行性，并合理奠定工期。为推动政府采购电子化，本会除提供免费招掘标资料、电子领标及共同供应契约网路下定功能外，并推动公开取得电子报价单服务。2018年度
各机关计办理3477件，总件数达成率约 30%， 将持续精进及推广，持续加速处理申诉及调解案件之外，便会推动多元争议处理机制，建立咨询机制，以及时化解履约争议。截至2018年底，共计处理41件采购案。此外，提供监察院、检察署、法院及调查局专业咨询及鉴定工作，并持续办理采购计核业务。在提升公共工程品质方面，为提升公共工程品质，并会持续精进品质管理相关规定。截至2018年底，本国各机关工程施工差额成绩列甲等以上之工程比例达 62.03%， 较2017年度提升 2.81%， 显示整体公共工程施工品质持续稳定提升。为改善设计施工品质，便会建立全民督工机制。截至2018年底，民众通报案件计1138件，结案率100%，令为肯定民众及各机关对公共工程品质及安全提升的用心，便会并办理全民督工考核奖励。此外，为提升工程人员专业知识及履约管理能力，便会办理多元品管教育训练，包括依化线上学习课程、品管班、新进公务人员集中实务训练等。在督导公共工程进度方面，2018年度内管计划、一般公共建设计划有223项，年度计划经费3116亿元，截至2018年底，年计划经费达成率94.23%。另前瞻基础建设公共建设计划内有75项，特别预算847亿元，截至2018年底，特别预算达成率93.31%。为管控停工、终结约工程，我们订定强化公共工程标案停工解约之管理机制。截至2018年底，已484件为执行金额5000万元以上之案件完成复工或重新发包，金额共计约135亿元。为促使政府预算有效执行，便会订定公共工程标案不当延迟付款厂商通报机制。2018年截至12月底，厂商通报案件有57件，其中39件已付款结案，付款金额1.7亿元，其余还继续追踪处理当中。在督导公共工程安全方面，为强化工地安全，本会将编列安全卫生费用、建立工地安全卫生检查及回报机制相关事项纳入查核范围，督导公共工程安全。另为强化公共设施维护管理，便会函请各机关全面清查，确实依规定检查维护及通盘检讨维护管理机制，并请各机关于办理设计的时候要一并考量到维护管理的需要。为加速灾后复建工程，便会强化作业流程，地方政府得分批会诊提报，中央并采即报即办原则来处理，以协助地方政府早日展开复建工作。其他相关业务方面，为落实循环经济，便会成立跨部会推动小组，推动公共工程使用焚化再生力料、炼钢炉渣等及沥青混凝土刨除料等等。此外，为精进技师的管理，便会强化技师签署方式，精简年度业务报告内容，简化顾问公司技师兼职认可做法，
以减少技师与顾问公司的负担，为协助产业扩展海外市场，便会成立工程产业全球化平台，筹组工程输出团队，108年度与新南向区域得标工程案件计41件，创我们最佳的这个成绩，得标金额约新台币264亿元，另为有效解决公共设施闲置的情形，便会采防度新增加速活化策略，截至108年底，累计内管闲置公共设施达428件，已经活化并或整并的案件有406件，那么上于22件，那么未来将加速那么来进行闲置活化的工作，为稳定砂石供应，便会按月与公共建设督导汇报，控管稳定供需，另为因应武汉肺炎，协调增加河川输进量，跨区调配，以补大陆进口砂石之缺口。此外，为避免肺炎疫情影响国内引进大宗资材供应及造成价格波动，已主动洽询相关工会及业者，随时掌握价格资讯，有效控管。扁会并演提加速公共建设推动策略，与加速推动公共工程建设计划，并做好相关的防疫措施，另与通函机关采购紧急采购制度，以利各机关办理因应疫情紧急采购之需要，则与公共工程建设之推动与民众福祉息息相关，并为国家经济建设的主要动力，愿积极协助各机关处理采购、发包等疑难问题，以正确的观念、态度及方法，排除公共工程推动上所遭遇之困难及障碍，让公共工程顺利推动，并让品质更为提升，一直是扁会努力的目标。未来扁会将持续协助各机关积极推动各项工作，掌握执行进度，提升执行绩效，增进经济动能。以上报告敬请主席及各位员先进指教，谢谢。好，谢谢主任委员哈。现在进行询答，先宣告以下事项。询答的时间，出席委员8+2分钟，列席委员6分钟，暂定10:30休息10分钟。委员发言登记在10:30截止。各委员如果有提案，请在10以前提出来，以便议事人员会诊。我们中午原则上不休息。现在请登记发言第一位洪委员孟凯发言。主席好，麻烦请那个吴主委。好，吴主委有请。委员你好。是，主委早。早。来，主委，我想刚针对您的这个简报，这个蛮简洁扼要的。那我们针对您刚开宗明义就讲是说，公共工程委员会主要任务有四大方向，其中当然政府采购制度现在看起来是蛮完备的啦，所以说公共工程的品质进度跟安全是我们工程会最关注的嘛，对不 对, 对，那我是不是可以先就叫您请教我们目前哦，政府列管的重大公共建设有5年内比较大型的公共建设有哪一些是急切列管需要完成的？你是洪委员的意思是未来的5年内？对，这5年内，我们在列管是以每一年的计划工程为主，也许它的工期有可能跨年度，有可能是。那对于未来5年这个部分，并没有去做统计哈。
恐怕还要另外做一个争议。但是我们不是在很多的地方或是很多都会讲说这个工程被我们不管是这个公共工程委会列为重大建设，或者说被我们的政府高官列为说这个是首要目标，那也都会讲说预计什么时候完工。那我现在只是请教了，因为这也是一个新民意的展现嘛，哦，毕竟一月十一号展现一个新民意，那接下来到至少到这一个四年的任期里面，有哪一些台湾的重大建设，不要讲多了，前十大有哪一些是五年内或四年内，2024年前会完成的？好，那如果这样的讲法，我就可以做答复。是。那么以现在我们列管当中的比较重要近期几年内要完成的重大案件，那么包括我想委员最清楚的淡江大桥，嗯哼，是一个非常大重要的一件的工程，是，还有现在正在还没有发包成功的 T3 桃园这一个机场的工程，是的，还有我们的这一个召集人特别关心的金门大桥等等，我想这些都是我们非常重大的几年之内啊，一直要持续来关注完成的问题。感谢主委哦，我想主委。为什么我开宗明义想要先请教您这个问题？最主要就是不管是民意代表或是政府官员也好，其实念之在之，就是为了我们地方的民众，全台湾2300万人都需要我们政府部门跟民意代表通力合作来完成重大建设嘛。那其中您刚刚有提到淡江大桥，它在北台湾来讲算是一个指标性的大桥，尤其是横跨整个淡水河的左岸右岸，那也是这一次啊，原本公路桥梁设计年限都是以不小于100年嘛，但是我们工程会的推动之下，淡江大桥在这次发包毅然把设计年限提升到120年，换句话讲是说这个我们保固期啦，淡江大桥保固期是超越我们其他国内的任何的重大建设，它是一个120年的高规格来做要求啊。我先请教一下诸位，一分钱一分货啊，120年当初是什么怎么计算计划来去推估出来的？当初定120年怎么定，这个是主办机关他们在负责执行在进行，那么这个部分我想他当时的考量，那么据我个人的这个了解，应该是在于这样的桥梁的一个投资，它的这一个成本经费非常之庞大，那么工程非常的这一个艰巨，那么它的年限，那么尽量是作为比较长远的这一个打算，那么避免将来在短期之间，那么还要再去重建等等。是啊，主委，抱歉，我还是没有听到您回答我的问题啊。因为工程会是提升公共工程品质、督导进度，还有维护安全嘛。那主办单位是交通部没有错啊，是公路总局没有错啊。但是当他们报出来这个计划，今天不是说蔡市长要采化给啊，我说100年就100年，我说120年就120年。当交通部要求去发包这个淡江大桥，它的使用年限是120年的时候，尤其是个桥面又是横跨这个淡水河左右两岸，它又面临到这个出海口，又有每天有海风这些这个天然的这些侵蚀嘛。那我们当然要请教是说，当一个年限120年的时候，我们怎么样设计规划？那工程会看到交通部报上来这样的计划的时候，我们怎么样接受这120年？还是说交通部怎么报我们就怎么照单全收？这样也不对吧？这个部分我想让委员了解一下我们部会之间的权责。对于这个桥梁的设计施工执行是在交通部这一边，工程会并不去执行这一个执行的业务，是吗？就列管它的进度。主委，抱歉，我这一点您刚刚这样子，我就感觉好像是您在指导我说要了解部会的这个权责哦。抱歉，主委，我非常的清楚，我只是要跟您请教说，当今天交通部他们有这样的一个重大设计，他们也讲就是说120年的年限，那是不是工程会这边有掌握这120年的一个计划，他们的一个计划嘛？那我只想请教是说，当初要求他们，我们怎么样确认说这个桥梁可以耐用120年？因为工时在位120年之后，可能
在场的所有人都不在了，对不对？那怎么有办法去确认是说现在的施工品质到2024年淡江大桥如期完工之后它可以耐用120年？这个是工程会不是就要督导我们工程进度、工程品质跟工程安全吗？所以是不是应该要有一个第三方的一个权责专业的公证机关去认证这样的一个施工工序、这样的施工工法、这样的一个施工品质是足以推算耐用120年？我想他会设定120年，他就会定下他的设计跟施工的规范，比方说他的保护层，比方说他的混凝土钢料的维护，那么设计等等都必须一起考量在内。这个不是由第三方，是他设计的条件的要求，那么执行就要照这样，才能达到未来的这样的连线。是吗？主委，这一点真的还是我今天是很专业的态度要来跟您请教。我想公共工程委员会既然是这个掌管我们所有全台湾的相关建设，而且开宗明义，这是你讲的你的报告，就讲品质、进度跟安全是我们公共工程委员会所掌握的嘛？那我现在就说，当施工单位、当业务单位，他们要求发包了这个年限，而这个年限也报出来120年之后，我们还是要有一个督导跟确认的机制啊，总不能业务单位报上来报几年就几年，那这样子我们变成是不就变成我们没有办法去判断说我们到底能不能确实掌握这个施工单位他们能够做这样的一个品质吗？我跟委员这样说明了，在他的设计计划阶段，他定出他的年限。它必须有它的设计的规范跟标准，具有它的相关的成本的考量。是，来这个部分在前阶段。主委，我想这样子好不好？因为您又重复您的回答了。我想这样子，去年南方澳大桥断裂的时候，我们交通委员会在上一个会期也有要求，各地的桥梁维护报告都应该要提交工程会来备查，工程会要负责查核跟协调，逐一桥梁管理权责清查嘛。所以工程会对于列管重大公共工程计划执行进度、执行力以及品质管理检讨都有相关的权责，这个也是在交通委员会那时做出来的一个决议。那您刚刚开宗明也特别提到了，我想您也很关心，不管是我的选区，不管是我们召回选区，不管是我们全国的重大公共工程，所以您脑海里面也许也有一个蓝图，就是在未来的4年里面、5年里面，国内的重大公共工程都逐一要落成嘛，逐一要完工嘛。那相关的这个品质、相关的这规范、相关的这施工的进度，是不是也应该由公共工程委员会这边来确实掌握？委员后面讲这个部分，我们会就是我们的职责，是我们会来督促，依照规范规定合约来落实执行品质的管控。好，因为我想这也是我们拍摄啦齁，比较这个占用时间，就是说毕竟我们淡海地区啊20多年来已经期待这个淡江大桥太久了，历任从新北市政府周习伟县长任内、朱立伦市长任内到侯友宜市府团队，全部大家共同努力维持，以及中央地方的民意代表、里长、议员，大家都很关心淡江大桥这个部分，确实是我们念之在之，希望能够整合北台湾的一个重要枢纽。尤其是淡水现在又通过了淡北连外道路、淡江大桥，以及八里的台北港，还有八里跟林口105市道，再来林口交流道跟五股泰山交流道改善，整体规划都是为了整个北台湾的营运，所以我希望公共工程委员会可以确实掌握，好不好？我们会来监督。感谢您，谢谢。好，谢谢黄默凯委员发言。继续请陈欧博委员发言。谢谢主席，请邀请吴主委。好，吴主委有请。喂，你好。主委辛苦了哈。谢谢。本席特别代表宜兰感谢主委，身兼数职了哈，特别行政院也指定你协调中央跟地方有关宜兰县重大建设的一个推动。
那地方很有感啊，我个人呢觉得说这一年来呢，啊，宜兰建设呢整个启动起来，啊，我想这个是全民之福了。确实，中央的部委协调，包括我们立法院也没办法去做这样的工作，那地方更不用讲，啊，那我个人来讲哈，这个是建设不应该分南立的哈，那也不应该分中央跟地方，啊，大家协力啊，把行政效率提高，把事情做好，这才是。啊，民众之福了哈。那很不幸的，我们现在中国这个武汉肺炎的影响啊，我们现在的很多的公共工程的进度了哈，包括品质啊，都会受到影响啊。那主委是不是了解说这个啊？因为我们大部分的这个砂石，大部分主要进口国是中国了。那现在中国面临这样的有些工厂停工，是不是有已经有很明显的砂石供应上的一个啊这个？供应链的一个断电的一个状况，是不是请主委简单说明一下嘛？啊，谢谢陈委员的指教。我们一直以来对于国内砂石原料的掌握，是每一个月我都在公共建设督导汇报里面在控管。那么我们所掌握的情形，对于现在比较会受影响是大陆进口的部分，大概大约占我们国内总需求量约十分之一左右。大概500多万公吨，那这个部分呢，我们就他们那边可能复工的这个时机比较慢，那么我们也不寄望它，我们就从国内的这个供给啊来增加，所以我已经有协调从东部花莲这边，那么包括我们中部来增加水利署疏浚的这个量来补足，那么应该。不会受影响，所以今年呢、啊，109年度哈、啊，砂石的供应应该不至于影响我们工程公共工程的进度的推动哈、啊。对，已经有所应应。好，谢谢。那另外就是，也是跟我们这次疫情呢、啊，是不是在推动公共工程受到影响、啊、我想请教你，那个今天的报告有提到哈、啊，如何来因应呢、啊、疫情对经济的冲击哈、啊？这个你里面有提到说加速公共建设的推动的策略。但是具体的策略你没有讲，哦，我待会是不是请你简单回复一下？另外，你特别提到哦，109年度的加速公共建设计划执行成效的措施，你特别提到重赏的措施哈、哦，这是这个措施又怎么样？能不能简单说明一下？这个部分是院长有在要求，担心现在百业的这个萧条下去，希望公共建设能够。这个加速推动，那么能够来促进经济的一个成长。那这个部分在我们协同国发会有定一个奖励的推动的措施啊，让我们所有的这一个啊公务员各机关能够加速来进行。这个第一个，那实际的作为上面，我工程会这边已经请这个各机关来盘点，能够提早设计、提早发包施工，我们尽量协助他提早来办理。甚至于我们也跟他们来协助预先对于下个年度的工程能够预先做准备，让所有工程能够提早来动。最主要是针对预算的执行力的哈，执行力如果达到95%以上要奖励嘛，啊、哦、我想这个也是重要的策略的哈、哦、要奖励哦，要让他看得到也吃得到，对、哦、我们让真的民间重视到说、啊、政府真的有在重视这个区块哈，不要因为受到影响哈，那公共工程的进度影响、预算的面执行影响，那各行各业受到影响，哦，因为这个牵涉的到层面太广哈。第三点呢，就是说啊，我想请教一下那个主委哈，监察院就业界有建议两个重点的一个这个希望你们去做一个改进的哈。那其中有一点就是针对共同性费用编列的基准表啊，这个。因为大家认为这个基准表是不是有偏低的哈？那导致发包不易啊，所以这个基准表其实应该要定期来检讨的必要。那目前检讨怎么样？有没有再重新提出来？这个主计总处他们每一年都会来要我们工程会提供每一年的共同费用编列基准。那么我们像2010来讲，我们今年度的这个提出以这个。正在筹编下个年度的这个部分，我们已经提出去这一个共同性的费用编列的基准给他们。
来供全国各机关来编列使用。主委，我就是要提醒你哦，就是现在很多公共工程呢，像我接触到很多的公共工程，标案标了好几次都标不出去，那这个是可能是涉及到说共同性费用编列的基准表的问题啊。我们是不是针对有一些案子哈，针对有些案子它是不是已经发生了啊？那你可以列管，那花包了十次竟然没有花包出去，是因为我们的这个价格太低，所以导致花包的困难啊。那有些不是，当然不是因为这些共同性这个编列的基准的问题，可能是其他的征收的土地因素种种因素，我们不晓得。但针对这部分呢，我想要见机理机的哈，每年做一个检讨，这样才不会让整个我们的政府的一个标准呢跟民间脱节很多。好，这个民间部分我跟委员说明一下哈，现在凡是没有招标顺利的工程，我都亲自去每案检讨，结果发现是一种状况，就是说我们共同编列基准，它是一个标准的一个价格，但是每一项工程都有它的一个特殊性，特殊性的时候，它就应该另外去编列它的手续费用。那么这个部分好像有些机关没有去注意到。第一个，第二个呢，有一些机关它这一个编列预算的时候是照一般的价格标准来编列，但是在设计选择是选择一个异常的，像刚刚讲到那个淡江大桥来讲。他在编列是按照一般的桥梁的标准来编列费用。他设计的是做招商的时候去选那个全世界最高的这个标准，当然这个不一样，所以标不出去。对，所以这个是在编列预算跟设计的时候没有连结，这个部门现在已经有要求各机关要注意这件事情。好，谢谢哈。另外就是公共工程技术服务企业的范本哈，这个也是大家呢理争争议的哈，就说从这个范本里面哈，我们到现在已经修了16次之多了，我个人也参与过一两次的一个修电哈。那对于相关的这个机关在执行的时候哈，就变成我们公共工程一个很重要的业务，常常协调纠纷的哈。那都是来自于公共工程的一个技术服务的一个企业的范本。那我想说这一部分哈，我们也请我们公共工程委员会这里能够做一个定期的一个检讨，让这个技术的范本哦，能够企业的范本能够更周全，否则的话都是一直在这同样的问题哈，都没有处理好。我想这一点哦，是想请那个主委哈，是不是也能够跟业界跟政府机关哈来做进一步的检讨，针对这个企业范本的部分，大家能够有协调一个。比较能够符合实际哈，减少工程纠纷的一个范本出来。我们会滚动式的随时注意执行面的问题，然后滚动式随时做检讨。谢谢委员的指教。最后一个问题哈，这个技师的管理哈，现在做技师就是专业嘛，这技师也需要管理啊，那技师管理技师显然是不对了哈。我最近就发现到一个问题，就是说工程会是不是能够明确的哈，这个规范技师哈查核业务应该由公正的第三单位来查，啊，也就是说从技师法的第23条哈，这里面有详文规定哈，这个就是可以委托哈这个是专业机构团体哈，那这个专业机构团体是指哪个单位？因为包含一般的公司行号，照我理解是不应该包含一般的公司行号，那否则要变成技师要查技师，那否则就是球员兼裁判。哦，我的想法就是为什么会变成这个争议哦？包括我们中央主管机关竟然就违背这个，我想这个立法的意旨应该是要由公正、公平、客观的一个第三者来执行这个业务嘛，查核技师的业务嘛，所以。中央的主管机关竟然会发生这个问题，竟然是委托另外一个技师来查核技师。我们目前都是自己去查核，没有委托。那这个我确实碰到那个，这个是环保署的业务了哈。环保署不是我们这里的业务，所以我想说这个部分哦，有关这条，我待会有个提案，我们想说把这个讲清楚，这才不会违背这个我们技师法的一个相关的规定。
也能够符合实际，也就是说我应该是由公正的第三方来进行公正、公平、客观、事实的调查，而不是说我委托你啊，你来调查他。哦，我讲这个是应该很清楚的。我想这里待会有个提案哈，也请那个主委下去执行这个事情。好，我们来了解。好，谢谢。好，谢谢陈欧博委员。接着请邱显智委员发言。哎，主席，我们请这个主委，请吴主委，谢谢。委员你好，哎，主委好哈，你好。这个刚刚主委有谈到哈，就是说事实上对国内重大的这些采购案，哈，那这个到最后没有来完成的，主委应该都有所掌握嘛，哈，好。那我现在要问的讨论的一个这一个。采购法制上面的问题啦，哈，那主委你看一下哈，这是2019年12月17号哈发生一件事情，就是说我们警方啊，哈，因为本来的防弹背心是50000件，哈，那就是说他2014年采购之后只有5年嘛有效期嘛，哈，结果要到期的时候呢，发生一件事情，就是说警政署啊，哈，他在采购这个。防弹背心的时候，哈，总共也差不多是这个数字了，哈，50000件。那全国大概有将近七万的这个警察，哈。那结果呢，它就发生，就是说这个没办法测试通过，哈，在美国没办法测试通过。所以你看这个标题叫做“新防弹衣未测试”，哈，测试没有过嘛，哈，80000警恐肉身执勤。也就是说，我们的警员在执勤的时候。本来这个防弹衣哈是个人装备，现在变成共同装备哈，整个分局、整个派出所哈，然后这么多的员警要出勤的时候，变成是说要肉身去执勤。那这个不知道主委你知不知道这件事情？抱歉，这个个案我还要进一步了解。是好，那就是说哈，他在这一个测试没办法过之后嘛哈，他测试没办法过之后呢，会发生一个状况，就是说。当然，就是说，依照政府采购法的规定，哈，他就给他发通知嘛，好，主委你知道这件事情吗？好，那我现在要问你哈，就是说，工程会事实上有立稿，采购法101条的立稿，那这一个发通知的意义何在？为什么要发这个通知的意义何在？是说，因为他的我再进一步解释啊，哈，为节省时间，发通知要把它列为拒绝往来厂商嘛，哈，那。这个立法的意旨何在？哈，主委，你简单讲一下就好了。这个立法的用意就是他有违约行为，然后就通知他要做一个处分。对，哎，那你这个立稿就是一个处分嘛？对，好，好，那这个立法的意旨是不是因为你依照你的政府采购法101条执行注意事项里面其实也有写啦，就是为了避免其他的厂商。哦、就是说这个厂商是一个不良厂商嘛、哦、那为了要杜绝不良厂商违法违约的行为，避免其在危害其他机关，对吗？对、哦、好，那你看一下、哦、事实上108年的11月28号、哦、就已经发出这个通知了、哦、通知他说你如果没有异议的话、哦哦、我就要依102条、103条把你刊登为拒绝往来的厂商了、哦、那果然在109年的2月12日啦，哈，刊登在政府采购的公报的公告，那生效日是这个2月13，哈，那我要问你的是说，哈，那为什么11月28号发出这个通知这个处分嘛，哈，到2月12号，哈，才刊登？他中间有可能是他提出异议。然后经过一一的申诉处理，好相关的作业是有可能经过争议啦，哈，就是说争议的处理。那你会后是不是可以提供资料给我？好，那我接下来要问你的问题就在这里哈。你看哦，我刚刚讲嘛，11月28号你发了这个通知，对不对？我们发了这个通知，哈，通知他说，嘿，你若是这个没有异议的话，咱就要给你刊登政府采购公报，拒绝往来厂商嘛，哈。但是到12月30啦，哈，赶快警政署。竟然又对同样的哈、哦、这个厂商再度得标，你要不要外属吗？好、哦，现在的问题就是说11月28号，那你发了通知嘛？那到2月12号才刊登嘛？结果
12月30日的时候，我洗挂了，将近7000万，哈、哦，采购了10000多件，哈、哦。那主委你这个清楚这个状况？我这样听委员这样讲，我觉得警政署是同一个招标机关，是前案件也是他，对，后面也是他，对，这个不应该。是，你应该通知是别的机关不知道。会有道理，对你，那你自己都知道了嘛，对不对？不应该结标给。对啊，全台湾可以都不知道，但是警政署跟这个厂商是最清楚的嘛。对，你发函给他，结果他又来的时候，你竟然他却又得标了，所以你觉得这是不应该的？不应该。好，那我再问你哈、哦，你看，各洗衣啊，哈、哦，3月6日的时候，就是讲刚刚我刚刚讲说2月12日，哈、哦，公告嘛，哈、哦，那拒绝往来厂商，那一个。在政府的这个采购公报里面，已经被列为拒绝这个往来的厂商哦。为什么3月6日，好、哦、一个得标，移民署，好、哦，现在是其他机关。刚刚讲了嘛，我们的公告的目的就是避免其他的机关受害啊。好、哦，那主委为什么会这样？这个对我刚刚讲很清楚，本机关不应该重复的，是一定怎样嘛？即便是还没有这个公告，对，都不应该继续这样。没错，啊，其他机关当然还没有公告。哎，没有，这个是已经公告了，2月12日公告了哈。我今嘛要跟你讲的是讲2月12日公告，哈，结果限制性招标，2月12日公告要3月6日哈，移民署不继续哈，然后这个厂商又得标，然后搁起这钱，你看麦。所以我的疑问就在这里啊，2月12日在政府采购公报里面，我们的目的就是要避免其他的机关受害嘛，那显然。你自己是机关，你自己又来采购，然后又来受害，这奇怪代志嘛哈。第二件事情就是说，其他机关移民也是内政部的，为什么？所以这种情况，对，我们来了解一下，它是什么原因这样？所以你会后提供资料给我、哎，是他没有看到、哦、没有发现，还是有什么其他的原因？所以你觉得这不应该嘛？哎，本来就不应该。政府采购公报上面规定的拒绝往来厂商，而且它的日期，你看那个主委，你看一下哈。它的生效日期是2月13日嘛，啊，这个拒绝往来截止日是5月12日嘛，等于讲是3个月嘛。结果3月6日，哈、哦，3月7日的时阵，移民署竟然也是内政部移民署，既然哈、哦、又发生这个事情，匪夷所思嘛。啊，所以你会后的时候，你也当经历者接资料好啊，哈、哦，到底是安那？我们来聊，好不好？好，大概一周可以吗？可以。好、哦，一周之后提供给我。好，那我再来问你的问题啦，哈、哦，就是说。你看看啊，哈，你最近得标的这个标金将近4亿元，好，这个可能主委你要了解一下，有国安局的，哈，内政部保六的，然后有军备局的、国安局，那台银这个是这个警政署委托的移民署，哈，然后你看最上面的，你看，从10月28日开始就几件，10月28日，伊个防弹背心伫美国测试没爆，没有防弹效果，你了解意思不？你咱即马咱想看嘛，还是咱的囡仔，哈。然后，而且我们大多数的警察的同仁都是像主委一样，真卡因呐。然后这个出生在一个比较偏乡的地方，然后他来投身警察，来除暴安良，来保卫我们的治安嘛。结果你给他穿这款衫，咱不都这不都小微不都接受嘛？哈、哦，结果他已经被10月28日美国测试没过哦，哈、哦，怪鬼哦。结果1月28日之后到12月，哈、哦，再度得标，你看这几件。好，10月29日、10月9日、10月30日、3月6日，最不应该应该是说这个3月6日啦。好，所以主委是不是可以了解一下？好，那了解。好，那我要问的问题就是说，哈，这涉及到一个空窗期的问题嘛？你多少共轨？11月28日，咱发这个处分后一料，好，这是行政处分料。结果呢，到了2月12日这段期间，好，有一个争议期间嘛。那其实李焕宜在4月30日的时候。好，有做一个决议，好，第七会期11次会议决议说，要求行政院公工会尽速研议解决此类情况啊，这是一个空窗期嘛，你了解意思吗？避免这个机关哈与厂商在空窗期的期间，好，然后给予相对的约束跟规范，避免说不良厂商持续的在大量的标得公共工程的标案。好，主委你知道这样的一个状况吗？了解。那我要问你的是说啊。公工会到底哈、哦、对这样的一个空窗期哈、哦，因为四维沙招威西尊上一届的立法院就已经做这个决议了，那公工会的对策是什么？哎，这个部分我们已经有通函各机关，
对于刚刚委员所讲的这种情况，不应该是像机关本身不应该局限那个。好，主委我来讲，你函你家嘛，你的函是这个嘛，对，你通函各机关。问题你在这个，你看九月四号的时候你通函，对不对？那你是建议说，哈、哦、啊阿盖哈，你要注意哦，哈，避免不良厂商标的政府采购案，哈、哦，建议呢采取最有利标等等之类，建议以过去履约的绩效嘛，你的主旨是安尼，你干安尼俩，但是问题是无解决这个问题，诸位你了解我意思吗？你九月发函之后，十月二十八号警政署这个采购的案件之后，十二月三十号、三月六号一底过来，所以你的函没有解决这个问题啊。这个是执行面哈、哦，我想不是啊，但是这个空窗期的问题，我今天来讨论空窗期，我正在列解决方式，我已经把你的函找出来 了，但是你的函是没有解决这个问题，所以你是不是应该去研议说，究竟什么样的方案才能够解决这个空窗期的问题？或者的话，他在空窗期一直在得标啊，你要不要意思吗？好、哦，那现在就是说。我当然了解说这个内政部有跟内政部有关，我会再去找他啦。但是就公公会的部分，我现在就是跟你讨论，就是说一个防堵的机制。你别那里十月二十八号到二月十二号这段时间，好，这个空窗期，你别那来改管，那是不是可以请你尽快的提出一个方案出来？因为四月三十到今嘛，好，哎，那你多久可以提出来？没关系，看看你可以你可以研究一下，一个月内，好，一个月内提出一个这个防堵的机制了，好不好？金姐，这是最重要的问题哈、哦，这个会导致你的采购案很多，可能导致这个桥梁什么的。但这个导致说，这个远景第一线的远景在面对哈到了危险的状况的时候，他用肉身在拼搏，这是不对的。好、哦，好，好，谢谢，谢谢，好，谢谢邱显智委员。下面请许志杰委员发言。好，主席，我们请主委。好，请主委，谢谢。委员你好。好，主委辛苦了哈。哎，谢谢。那个，刚那件事，我等一下再问。我先请教一下，就是武汉肺炎缺工哈，这有一些工程因此而延误。刚才也有委员问过嘛哈，就说那个因为肺炎。啊，然后有一些隔离，所以公务延宕。那这个部分，工程会已经有发函到各机关了，是不是？对，好，对，好。那这个其实也算是一个超前因应了哈。不过再提醒一下，就是说是不是请机关跟厂商之间也能够联络一下？啊，就是说因为肺炎的缺工问题，所以大家可以共体时间。啊，这个部分，因为厂商最怕的是被那个取消以后不能招标了。好、哦，那如果说因为国家的全世界的这个问题，所以我们要体谅一下，这个是非常时期。好、哦，这个部分也提醒主委，就是也通知各地啊、哦、的政府跟厂商，好、哦、能够这样子啊、哦、有一个特殊的应用的方式哈、哦。那另外一个就是刚才哎邱委员问到，我倒是蛮有兴趣的哈、哦。其实我这正好要问，就是采购法哈、哦，我们修法已经一年快一年了嘛哈、哦。那采购法十一条之一哈、哦、这个部分。哦，就是巨额工程采购应依采购的特性及实际需要，成立采购工作及审查小组，底下等等等哈。那现在各机关这个采购工作审查小组是不是都有成立？这个我们已经定出这样的一个办法，要求各机关应该要成立。那要求之后。各机关有没有做？有没有谁去 qualify？ 这个部分我们会来进一步做追踪。其实这些问题几乎是类似雷同了哈，就是说采购法其实是最重要的一个国家重要的一个法令，一直要用最低标，容易造成品质不好；一直用最有利标，容易产生类似。土地贪污等事件，所以其实我知道公务员很难为了哈，因为有一些公务员就是变成说，包括这个司法改革，我们都会去要求了哈。检察官滥诉造成公务员不敢勇于认识啊，那不见得检察官滥诉，公务员就
很多不敢勇于认识，因为担心，因为害怕，所以干脆都通通用最低标。所以这个巨额的范围，之前有大概我工程会好像有2亿以上的要建议嘛，这个部分不知道现在的执行状况怎么样？还是一样？还是一样？还是一样？好，就是2亿的以上的工程建议用最有利标，啊，好，这个部分，那地方政府呢？地方政府一样，整个那个标准是都是2亿，都是一样。那乡镇具有的一个额度了，限一个。其实你可以在我跟主委建议了，因为地方政府哈，其实乡镇市公所，他们要超过2亿的工程费用，恐怕找不到啦，除非盖新的大楼啦，啊，要不然经常这个是很少。但是呢，这里也需要去注意一下，所以是不是就是说？诸位，你们在定这个法的时候，是根据全国的大的国家的机构来做思考，但是呢，就是在直辖市政府、啊省辖县市政府、县辖乡镇市公所，都有这个采购的法令要去执行，采购的案件要去处理，所以这个部分，我是建议在工程会这个部分可以再做一下。更比较仔细谨慎的思考，好，那把这个精神能够落实到全国各地。我举个例子，比如说你是开电脑公司的，你长期做公家的乡镇市公所的业务，或者是县市政府的业务，那跟另外一家电脑公司长期做私人的竞争，做了10年之后，你会发现说该行做公家这间品质全较低小看去，啥呐？因为低价抢标嘛。好，所以我一直建议，就是说，其实给厂商合理合法的利润是应该的。好，所以最有利标其实是一个不错的方式，但是最有利标又容易造成刚才邱远提到的那个到底有没有问题，我们还是要去查一下了哈。但是就是有一些单位，有一些人。心术不正，他会去贪污，他会去图利，哦，那如何避免这个问题？好，所以我们再回到这个采购小组哈，我是建议就是说采购审查小组，就是是不是工程会可以以全国的角度，好，从中央政府到地方1、2、3级政府呢，都能够去落实，就是说到底他这个采购小组有没有成立？好，那采购小组你们。目前有没有政风人员参与？有，就是都有政风人员参与。政风都有参与。只要成立采购小审查小组的，都有主计政风参与嘛？对，对不对？啊，所以乡镇市或者是县市政府有没有成立采购审查小组？目前我们工程会不知道。这个部分我们会来追踪，对不对？他的这个各个机关的这一个性质不同，我们将来会来。从这一个网络上面来做一个建立，对，那他们一样都会做到公共工程嘛？对，他们甚至可能几百万呐，好，不见得都2亿啦。他也可以成立啊。对，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其实最低价抢标，有时候包括设计标、包括工程标，甚至包括那个建造标，都会有人去绑。哦，所以你要思考的就是说，不能只是说我一个中央以大的政府做的大型工程，这个思考其实还执行的，你们要看的会比较看得到。但是所有的这全国这些案件多如牛毛啊！哦，那如果是采购法没有好好的去处理的话，就很容易造成地方政府有一些不孝分子，就是从这里去图利、去贪污啊。好，所以我是觉得采购法真的是你要公平公正很重要，啊，那这个采购审查小组应该是关键，啊，因为有政风主计的投入，相对的有人要偷鸡摸狗就比较不容易。那如果是正派的人呢，有政风主计投入，他也比较相信说，哎，这个他比较有保障。所以你在做这个最有利标的时候。我是觉得这个采购审查小组政风主计的加入，从中央政府到地方政府，这个其实是一个很好的方式。
好，所以我不知道刚才我这样子讲的部分，主委你的看法如何，或者是将来要怎么样去落实？谢谢委员的指教。我觉得这是一个一方面提供专业的一个协助，一方面这样一个集体的一个决策，也避免徇私，这各方面都兼顾。那现在是落实的问题，那这个部分我们会来做一个追踪，来做要求，必须落实执行。所以追踪要求，你大概可以做到什么程度？现在你的想法？我希望将来我们有一个整个的这个网络电脑系统，应该从这边去把它这个连接起来，它有没有成立，有没有做一个审查？所以整个网络就是包括到从中央政府到乡镇市公所每一个机关，这个全部都把它连上。对，那现在还没嘛，对不对？现在已经有这个系统，已经有这个系统加入这一个，有没有成立这一个基友小组？对，那么来做一个，因为他每一个乡镇市公所的案件都不一啦。对啊，那也就是说他只要有案件，所以你刚才定的那个，刚才你说的这个2亿哈，这真的是太大了啦。2亿是绝对要成立，应该。对了，以下的意思就是说，你从直辖市政府、县市政府、乡镇市公所这样子去做思考，是不是有一些差别？好，那你应该怎么样去做这样子一个分层的思考？啊，就是不同的层级有不同的适用的范围嘛。对。啊，然后把这些范围定出来之后，然后就是所有的连线，那你在这个范围之内，有没有做采购审查小组，这个也一并的啊，把这个系统通通建立起来。那我想一方面我们可以杜绝啊政府机关去贪污图利啊，那二方面又可以让正派的公务员他敢做事啊，因为有政风主计跟他一起来审核，他会比较放心。好，所以我想这个是未来国家最重要的采购法必须要执行的事项。我不知道主委是不是有这个同样的看法？我同意委员这个看法，而且我们会来落实来执行要求。好吧，那我们每一次您来的时候，我就稍微了解一下，看有没有进步，这样好不好？好，谢谢。好，谢谢。谢谢委员。谢谢许志杰委员。下面请赵振宇委员发言。好，谢谢主席，请主委。好，请主委，谢谢。委员你好。主委好。你好。刚才我们徐委员讲那个政风主计人有没有参与，我最近去看了，几乎都有参与了，不管是乡镇啊、区啊或者县市，几乎都有了，他们都很认真负责。我记得4年前我这边咨询的时候，那个我们常讲最有利标和最低标嘛，哈，它的优劣在哪里？请你说明一下。我想最有利标跟最低标的这一个优劣情形，它最低标是非常方便，价格嘛，最低嘛。但是那么劣的问题就是说它低价抢标，对，会劣币驱逐良币。嗯。那最有利标它的程序比较繁琐，那么也许它的价格会比较高一点，但是它可以经过监督，可以确保品质的这个确保这个品质。最重要就是避免低价抢标嘛，对不对？是不是啊？那4年前也是那个吴主委他非常支持最有利标多一点，有没有鼓励最有利标就是评选了，用评选的方式哈。那为什么当初我们都讲我们金门大桥有没有啊？发报了多少次有没有？搞了10几年，还有我们的桃园的基捷有没有？也是10几年，将近20年有没有？那才会完成，那就是当初是最低标所造成的。所以说我们一直往最有利标有没有评选的方式来执行这个重大的工程。那我们看一下比例啊，有越来越高的比例哈，那比例高就不会有流标吗？也是会有啊，是不是？我讲一个啊，那我们淡江大桥流标了7次，是不是哈？刚才讲的哈，那尤其我们桃园机场 T3 有没有也流标了3次？哦，那亚洲新湾区啊，那个特茂3啊、特茂5还有亭山也流标了哈，那台电2期的风场也6度流标了。我讲这个都比较重大的哈。
那请问主委，问题是采购最有利标还是最低标造成这个流标的？他们这几个，我讲这个大案子。如果这样大案子，一般都是最有利标。最有利标嘛，绝对不会是最低标嘛。对。那最有利标还会流标，为什么？这是重点啊。这个就要看他的这一个标案本身的状况。譬如我们就讲刚刚讲 T3 来讲， T3 在我们的深入了解之后，发现他原来的这一个招这一个征图的时候，征选这个图的时候，跟价格就不相当，就不相当。那么这一个之后，那么设计又是非常的艰难的施工，跟之后的维护会有风险，厂商又不敢进场。第三个就是它的施工的条件，像工地的公务所，那么距离工地5公里远，又要进管，非常不容易，啊，等等，为什么这一些呢？还有劳工问题，都是存在内在的问题，以至于即便最有利标，厂商还是不敢进场。好，主委，你就讲设计的有没有跟得那个设计的有没有跟我们的金额有没有编的金额不符嘛？对，对不对？对。那当初你找这些委员来评选的时候，哎，你找谁？你怎么没？我是主管机关，我应该跟这些评选委员讲我的需求是什么，先开个会嘛，是不是？我的预算是多少？我需要什么东西？那今天你评选了，你还变成这个样子？哎，我们这个 T3 你看这么漂亮，它是谁设计的？哎，英国一个非常有名的建筑师，哦，建筑爵士，哎，他设计的，你看他这个大鹏展翅有什么不好？很漂亮啊，是不是？这云形的天花板，还有13万朵的花瓣，哎，怎么漂亮？诸位，哎，这我跟你讲啊，我们自从我们小时候讲中那个十大建设完了，最大的一个建设就是这个，对不对？是不是？哎，我104年的时候，我们编了747亿，是不是？那107年，就像主委讲的，可能这个利润低，有没有？这个风险高，没有人办法去投票，没有人要去投标。好，我们就提高了到789亿，多了42亿。你每次讲说工法，很多人外面都讲说这个工法很难做啊，这个云花朵13万片太多啊，这个云形的那个天花板不好做啊，有没有？这大鹏展翅做起来有没有？又有角度啊，又有弯度啊，还没有办法。哦，你现在讲一个公务所要离了5公里，我跟你讲啊，这个如果不做照这个做的话，哈，是非常可惜。那我们四系不是很有名吗？四系还做细部的有没有设计？是不是？啊，你今天讲来讲去的，那，啊，到底是谁的问题？我觉得你当初你机场还有这些有没有主管机关到底要干嘛？是不是？你搞一个，就像你讲的，你说这个多少钱？你说这个工法多少钱？很难做吗？才多少？17亿而已，17亿占789亿的多少？才2%哎。有些像讲的利润低风险高吗？我跟你讲啊，这还很多问题啊。第一个设计的问题，就像讲的工期的问题、经费的问题、工法的问题，还有材料问题，这都是。所以说追根究底，就是之前我们在评选有没有这个设计标的时候，这些委员我看搞不清楚，他是看好漂亮，还看到有名的，哎，看到他们去想到这些问题。所以说我说，哦，主委，是不是我们这个重大工程是不是要先跟委员说明一下我们的预期是什么呢？经费是多少？我们的目标是多少？像这个东西一拖再拖，这个我是桃园的立委，你知道吧？这个对我们桃园，却对国家是非常重要的事情呢。我们的第一行下、第二行下，我讲难听，我小时候都在第一行下玩了，我路还比你还熟，怎么走？我们旁边走过来，因为我的同学在那边上班啊。以前我们没事都跑去那边玩了，后来第二行下啊，看起来很漂亮，可是现在去看有没有又老旧了，是不是？第三行下你还拖拖拉拉到现在还没有做，主委啊，你身为主委你要怎么处理啊？我现在奉这个院长的指示，已经以院的立场成立专案小组在协助他们，在协助了，在协助了。董事长也换了嘛，对不对？对。那你有没有信心标得出去啊？我觉得应该是可以，应该可以吧，哈。
啊，那讲到这种东西已经超过2亿嘛，可以国际标嘛，是不是？主委有没有道理？本来就可以国际。对啊，我看到杜拜有没有？杜拜它很多建设都是国外来做，尤其机场，它一个纽泽西护栏有没有？哎，他们做了几十年的工程的人，那外国人来帮他们机场做的时候，第一个跟他们讲什么？你纽泽西护栏方向不对，他们搞了几十年还以为都是这个样子，是不是人家专业？第一个问题跟他讲，你这个不对，你应该方向走弄错了。他们搞了几十年还以为就是这样放，就是放错了。就我就讲这个简单例子叫专业。哦，动工前是不是要就像我们一样？我们现在机场是不是把它路线要改过来？有没有？有没有？是不是？这个简单的问题就是专业，国际标很重要。2亿以上，像我们这个那么重大，还要100亿才能请外劳，有没有？工期还要这个工程呢要10亿以上。还要一年半的有没有？这个工程才能请外劳、嗯。我想刚才大家讲，我们的那个前瞻基础建设已经开始发包做了，对不对？是不是很多工程都在做？而且地方大家你也知道，现在的房市也不错，公共建设又那么多，功能是缺的。所以有没有道理？那你100亿才能请外劳，那这些人怎么做？跟委员把刚刚委员提的这几个外劳的条件哦。我最近已经协调劳动部同意修正，同意修正多要快一点啦、啊欸。这个我们很多建设有没有？我们不是排斥本国人，本国人只有4000多个，是不是？那我们是不是可以请外劳协助，在一个期间我们国家发展的时候有没有请他们来协助？可以聘请外劳，啊、哦，这个是对我们这个进度啊，这个重大工程进度是非常重要的事情。我觉得那个主委啊。你还是要跟劳动部啊，还是要赶快配合，赶快修法，好不好？好，有没有问题？没有问题吧？哈，这个已经协调好了。那南方澳断桥大家都知道嘛，哈，这吊桥都很容易断，而且不容易检查哈。这个我在基层也待过，当过公所秘书，当议员，当市界。我每次觉得说我们编了一叠预算哦，去检查桥梁，我看他们检查桥梁，我就觉得这个都有问题，用看的，没有测的，而且就是固定那些人去包的。用描用目视的，你懂吗？他不是科学方式去做嘛，是不是？才有这个断桥问题。那今天重建又卡关了，请问主委，你知道为什么会卡关？桥位的问题。桥位的问题，就是因为渔会的进出货嘛，那货车进出的问题，这没有办法解决吗？我已经出面再协调了。再协调，有没有把握也完成？绝对要完成。绝对要完成嘛？我想啊，这个几个重大建设哈，不能再拖。我觉得我们的工程哦，为什么拖这么久啊？那么多工程哦，拖那么久，就是没有专责的人负责。我想，主委，你是公共工程委员会的主委，一定要跟地方哦协调，而且这重大的工程一定要管制，这就是你们要管制啊，对，你们要监督啊，是不是？你们的责任啊，是不是？所以说，主委，你要分工，要专职，然后派专人去负责，这样子的速度才会快。那盖一个机场搞了多少年？你搞了半天像机捷一样啊，有没有？那国外的人来说，哇，你们台湾多进步哎！到台北有没有有机场捷运可以坐？搞了18年，哎、啊，你这个会不会搞18年啊？我看那个第四个都要用了。你看我们进出，我现在是武汉肺炎，我们进出现在入境出境只有10000人，各10000人左右，9000到10000。那平常是多少人？一年是多少人？一年将近3000万人呢，是不是？所以这个非常重要的，哦，好，诸位加油哈，谢谢。好，谢谢。好，谢谢赵正宜委员。下面请林俊宪委员发言。啊，谢谢主席，本席邀请我们工程会的吴主委。好，请吴主委，谢谢。喂，你好。哎，主委你好。嗯、主委，在采购法去年我们有修法啊，其中最重要的，本席认为，其中一个是采购法第17条，我们增列第4项了、啊，就是涉及国家安全的采购啊，应该要限制性的招标。那其中我们特别规定了、啊、哈，如果这个标案是有涉及国安的考量，那么工程会就是说招标单位啊。政府可以定限制厂商的招标资格了，啊，
那原本过去采购法是不允许的，就是每一个厂商都有相同的权利，可以来参与公共工程的招标。但是呢，我们特别把它修订了采购法第17条的第4款了。如果有国安疑虑的，那政府可以定一定的排除条件的哈。那我想请问主委啊，那去年呢哈，大概我们有多少件跟国安有相关的招标案？政府一共发了多少标案？那请提供资料一下哈。好，我们这边的得到的资料是，这一个具敏感性或国安疑虑之业务的部分的，经济部这边投资有1668件，光经济部就1668件了哈。那我看其他，我统计一下其他各单位的哈，加起来有所谓的国安呐、啊，把这个因素考量进去的、啊，大概有超过3000件了。3000多件哦，对不对？是不是这样哈？对。你想一想啊，平均一天都差不多1-20件的、啊。如果你政府上班200天呢、啊，每天都差不多有1-20件呢、啊，跟国安有相关考量的标案啊，在招标当中。所以政府是不是有这样的一个能量了、啊？啊，或者是有没有办法哈、啊？这就是说好好的把关了、啊。你看他的标案的件数那么多了，那我觉得法令的修订当然是一个要件了、啊。我们现在已经更改了，在这所谓3000多件的国安有考量在内的标案，就是招标的厂商都有资格的限制，但是呢，在当时我们修采购法的时候啊，并没有法则了，也就是说，如果让他得标以后，或者是他来参与以后，他通过了，通常我们都是第一资格审要把他排除嘛。啊，如果这个是没有排除让他进来，他等于有没有算是啊，这明知违法而故意？我们目前采购法是没有法则的。那主委你的看法呢？这个部分应该照委员讲的，我们应该是在事先要设法排除哈、哦。那万一有不慎这样进来的话，我觉得招标机关也有责任，厂商也有责任。但是因为现在没有法则了，我觉得工程会是不是应该检讨一下了？啊，如果这样的话，那有没有相关的贺主作用没有？啊，因为我所跟你讨论的那个资料项目啊，你看有3000多件呢、欸，3000多件，那真的是如果都是说有国安疑虑考量的话，那其实他的工作负荷是非常大的哦。那像主委你讲的，如果万一让他偷跑了啊，或者是说让他得标了，那就很麻烦了。那我也认为，除了要订定法则以外啊，我们是不是要适度的建立检举机制啊，或者吹哨者条款啊，那讲来帮，就是说你要用各种的方法哈、啊，能够来维护啊，在我们采购法第17条所规定的有国安疑虑的采购啊。政府确实要好好的把关，好不好？好，这个部分如果是他投标文件不实在的话，那么事实上我们也有法则可以处理。那你要引用哪一条法呢？怎么法？我们101条里面就有，这个马上停权，是不是？对。我讲。我所谓的法则了，就是这个停权本来就有嘛，哈啊，就是说你这样它算作不实吗？因为你没有把它排除啊，你101条引用的是厂商要做假资料嘛，啊，那假设这家厂商，他例如他是中资，他的标案他来投，那你应该要审查他的资格嘛，那没有把他挑出来，是你行政单位的问题吗？还是厂商的问题？你这个责任的归属就，你这个责任的归属就，他资料如果不实的话，他要负他的应该负的责任。好，所以我觉得这个部分的话，我们是不是适度的考量哈、哦，来增订一个法则了哈、哦，甚至也设立一定的奖励检举的一个机制哈、哦。好，我们好，这我提供给工程会做参考哈、哦。另外啊，刚我们桃园的赵正宇委员在关心的那个 T3 的问题啊、哦。这个 T3 啊，一直没有办法标出去啊，这个确实是，我觉得
这国家的面子了，国家的耻辱了。尤其台湾最近哈，因为防疫啊，在世界上啊，赢得大家一致肯定了啊。现在很多人都看到台湾了，注意台湾了。那其实航厦就是国家的大门了。那 T 三这个问题已经存在很久，就工程会本身存在的功能性呢、啊，你的报告里面哦，推动生命周期的采购策略啊，其中一个功能就是要协助流标的检讨，还要解决的对策，这是工程会啊的责任呢、啊。那 T 三应该算是目前最受瞩目的一个工程吧？那你觉得有办法解决吗？我现在正在协助他们解决这个问题。T 三原本预计启用的已经一延再延了，现在好像延到哪一年？到113。113年，2024年了。对。113年可以吗？那目前的目标是这样。目标是目标。如果你这个部分啊没有办法解决啦，就是之前造成流标的因素没有办法解决，那恐怕就很困难。那这个时候就是工程会存在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目的了，要不然你看今天巡达、啊、很少有局势单位这么少人在场的，啊，工程会不是个冷衙门的、啊，其实它有很重要的功能性存在啊，好、哦，大家不能忽略。那希望工程会啊要担起一定的功能性的、啊，来发挥一下我们的功能，例如哈、哦。我现在讲一个我们地方性的问题啊，台南市有一个叫这台南黄金海岸的船坞了哈，这原本是列管的公共工程，公共工程闲置的没有用到的列管了、啊，这个也是我们工程会的职责在你的市政报告里面哈、啊，全台原本在去年底列管有428件，解决了406件，看起来成绩很好哈、啊，有95%了。现在全国只剩22件还在列管，但像台南这个我有一点意见啊，他为什么会解除列管呢？因为原本这个船坞是盖在海边的、啊，那它的功能性应该是观光油气吧，对不对？那观光油气闲置的标准会比较高，就是说你如果是观光油气设施，你要解除列管哦，它的标准会比较高。那现在它为什么解除列管呢？因为啊。它归属类别被改变了，它不是观光油气、啊、它被改为零售市场、啊、所以、啊、零售市场、啊、它只要出租率达50%就可以解除列管，也就是说它列管标准降低了。那为什么降低？因为它改变了它的归属类别了，由观光油气设施变为市场零售市场，这个有一点，我觉得有一点玩文字游戏啊。这个应该这个不是零售市场了、啊。这应该也主要也是观光功能吧。那不管如何，你把它列为列管，重点是工程会要有一定的权责，有没有办法去推动地方政府来把它解决、啊、否则你列管就是一个数字而已啊。啊，没什么路用啊。啊，不，你列管没冲啊？如何？因为现在他们提出来的是用这样的一个活化的方式。那么主政机关也认为这样是可行，所以我们才同意。那么会不会有委员所讲的，那么用这样的一个变通方式来叫做达成目标，我们会来进一步了解。因为你列管的话，总是对地方有一定的压力了啊，因为地方政府也一定不希望说他的绩效评估上哦，一直有一个列管的闲置公共工程嘛。啊，所以你在工程会至少有一点催促的作用，希望地方政府能够解决这个问题嘛，啊，而不是说数字减少了，这个减少要真的是有把它解决问题，没有、啊、这个数字才有意义啊。啊另外啊、哦，工程会里面说要你们要管控机关延迟付款，这个数字啊，我要跟主委讨论一下了哈、啊，就是说很多公共工程，其实啊，大家不要以为厂商抢着做，很多人都不愿意做了。因为请款很啰嗦，请款很麻烦，甚至很会拖延时间的、啊。有个请款要拖好几个月啊，啊、哦，那这个其实原本是特例了。有时候地方政府有周转的问题嘛，比如他税收还没进来，那很多工程款那没办法付，就会拖。所以特例现在其实都变为惯例了，几乎是常态性的啊。政府都会拖延厂商的付款。但我看你哦，你看
厂商如果被拖延付款，他可以向我们举报啊，对不对？你的数字是一年啊，一年举报57件，你解决了39件，那这39件一共付款金额1.7亿啊，这一个问题了啊，39件才付了1.7亿啊，平均一件啊，差不多不到400万。你各位看哦，这400万以内其实算小型工程了，这样还会被欠款。他这个就是厂商，这个我觉得拖延付款就是规则不在厂商，那领不到钱，这个才叫迟延付款嘛。也就是说，厂商已经完成他的部分，他那个部分的工作还领不到钱，这个才会归类在这个地方嘛。你看，连那个几百万的都会拖欠。再来，你一年才57件举报，全台湾一年只有57件会延迟付款吗？20几个县市啊。我相信不止。那为什么会不止？因为有的他不敢提。不敢啊，你讲到重点了、啊。厂商哪敢举报？举报的话，你那以后会被修理啊，会不会被报复？所以我觉得你这个部分要改变做法了。你譬如说，你可以要求地方政府自己报啊。公务人员不敢假造数字啊，你把责任推给他嘛，丢给他来，你现在自己举报，你大概有多少件延迟付款的案件嘛？你才能让真实面浮上来啊，对不对？我说你们要了解公务人员的心态嘛，他也许会怠惰了，会拖延，但通常造假就比较不敢了。你叫他举报，责任就在他嘛。你叫厂商来举报，厂商哪敢啊？你这个就形式化的工作啊。延迟付款这个其实已经某种程度影响到公共工程的品质了，有的厂商就不愿来，啊，或者是影响到它的竞争性嘛。因为你厂商如果你不是很有钱，口袋不够深，你没有钱周转那几个月，你别看就有进货，你看没过了各位哦，你也不敢来投标了，是不是？哦，主管，你都知道原因的，那想办法解决嘛。我们来从这个系统的登录主动来查核。好，好，谢谢主委哈。好，谢谢，好，也谢谢主席。好，好，谢谢林俊宪委员。下面请刘兆豪委员发言。跟委员会报告，刘兆豪委员发言完毕以后休息10分钟。谢谢主席，主席，我们会请主委，谢谢。主委，谢谢。哎，李委员你好，主委好哈，主委，我们从本席从第八届开始，那时候我们就要讨论工程委会如何组织改造了哈，有一部分业务到财政部，有一部分到其他单位哦，但是到了第十届，目前看起来这个整个这样的组织再造的工程好像都还没有完成了哈。那当初我们在设立工程委员会的时候，当然我们有一些想法跟目标，希望那个目标还蛮大的，希望能够统筹全国性的工程，它有共同性的，希望由工程委来做主管业务，包括工程的标准啊，包括采购啊等等，甚至稽核等等，但是后来发现这个实际上真的是有困难，因为常常说实在，你们也没有那么多的奖励或者是要处罚哦等等这样的行政手段在手里面，然后真正执行机关又不是你们，真正执行机关是各县市政府、乡镇公所，甚至中央机关哦，所以这常常变成你们这样的工具，行政工具在没有在手上，也很难去做这样的事情哦，所以现在才会说要做一个组织再造然后分工，但是我想总是公共成委会现在无论整个组织再造还没有完成以前哈，我们也把这样手边的工作给它做好了哈。那本席看到，我们在公共工程委员会的公共工程价格资料库里面，我们有一些大概的一些标准了哈，让各机关他们在编列各预算的时候一些标准哈。不过那当然是一种，那不是绝对值啊，但我知道是一个参考了哈，这是参考。但是大部分的机关哈，如果在进行招标的时候，其实那个是最主要的依据哈。那在这里面，当然你们会因地制宜做一些差别哈。比如说，同样的一包水泥或一公吨的钢筋，它可能因为在不同地区，你们会做不同的这样的建议的一个参考价格哈。那其中，你们把这个离岛地区，你们仅列了金门、马祖、澎湖三个离岛哈。那其实台东也有离岛
哦，你有包括蓝屿跟绿岛，哦，也包括屏东还有 小琉球的绿岛，其实你们没有这样做的区别了。那其实对各个离岛来讲，哦，他们因为受限于交通的关系，哦，或者是有些他根本在地没有那个材料，哦，我举例来讲，比如说砂石或者是混凝土预拌厂，哦，这个在离岛，我相信离岛应该平常没有这样的材。原料或者是这样的工厂，哦，所以他们的价格这个都会跟本岛会有一个差距，哦，但是我看你们在整个资料库上面是没有做这样的，没有把所有的离岛所受的影响，哦，把它列进去了，哦，主委这部分你们有没有什么看法没有？啊，这个谢谢委员的指教。其实在工程会有不同的地点不同的环境，它的工或料的价格本来就会不一样，所以我们所定的这一个标准，它只是一个标准的范围。那么例外那个很重要。啊，刚刚委员关心的是说，那台东这边怎么没有列到我们的离岛地区？对，我们台东本身有离岛，比如兰屿跟绿岛哈。也台东这个地方，比方说屏东南部都算是一个比较偏远地区。对，那这个其实也在我们的考量范围内，它是可以另外外特别去考量的。所以因为你们列那个表当然不是唯一的标准了，我知道，但是通常机关在编列预算的时候他会把那个列为主要的一个依据啦。好，那我这样说，你现在已经把离岛单独列出来了嘛，好，把金门马祖澎湖应该你们是单独列嘛，好，我们有这个问题，所以我们在新的这一个年度里面就会把这一个偏远地区的有另外列了哈，你新的年度是109吗？还是明年？今年？今年开始公布了公告了吗？什么时候公告？现在系统正在更新当中。好，这个要考虑进去了，好不好？这个因为那个在价格上月是差，比如讲说现在民航局在离岛哈，在蓝屿绿岛，蓝屿他们要改建机场的跑道哦，新建修建跑道来讲，那整个的发包的。招标的税那个整个的过程就有一些，就厂商的意愿不一定那么高，不一样的，不一样哈，因为可以离岛走，他们共整个成本、人事成本还有原料的成本都会比较高。我希望这一部分哈，这一部分能够，因为工程委员就是要可能要做这样的事情了哈，因为他有一个依据，有一个参考哦，那公务人员在编列省列各预算的时候，它总是有一个参考，但是还是会因地制宜啦。有些特殊状况，也包括国际的状况等等哈。比如说有一阵子钢筋起大价嘛哈，在这个整个价格波动的时候，我们当然要做个别的这样的一个调整了哈。那本席在这里，因为你们今年度更新什么时候会更新完毕没有？已经招标出去，其中就会完成六月底。我们。现在正在进行当中，大概年中六月会完成。好，那本席在请教，你们在推动考量生命周期的采购这部分，你们可以具体，主委可不可以具体提出你们在目前所施行的这样的一个成果，生命周期的采购这个，因为一般民众不一定那么清楚什么叫生命周期，或者是跟民众的关系，因为推动生命周期然后产生的公共工程的品质它对民众的影响，你也借这个机会说明一下。这个问题我们是从整个工程的执行流标当中发现的问题，就是当你一个机关你在编列预算的时候，你需要什么样的标准，那么的范围你要把它想清楚，那编列预算编了之后，你后面在委托设计的时候，你要同样的标准去考量，而不要两个不相关，那当然后面就会执行不起来一直到后面的这一个执行，它整个要连串联起来，才能够达到那么务实顺利去进行，包括进度，包括品质。对，我的意思说，我们现在有一个很好的这样想法嘛，哈，是采购的生命周期哈。那我们在实行上有没有在针对哪一些具体的案件哦？可能招标机关他没有注意到，因为我们这样的生命周期的这样的督促督导，他做一些修正，然后对公共工程的品质也产生一定的影响，有没有可以这样？你具体的说明一下这个整个状况。我想最主要还是在工程准理的执行的顺利与否。就是说刚刚我举例的，你不要编列预算的时候编列的是这个国产车，结果你在买的时候你买的是一个进口车，那当然就不一样。
我们要它要前后要连串起来，那么去做整体思考，机关必须要做这样的一个规划，不要想到哪里做到哪里。好，所以我们现在在各机关在办理采购的人员，大部分我们都会依规定会 要求他能够上公共采购的相关的课程的时数，然后他去办理相关。那我看你们在整个医化线上的学习课程，总共你们是这个108年底达到158646个小时，是从医化的课程以来，还是当年度是108，是当年度的数据，还是从实行课程以来哪一年开始在实行医化的课程？可不可以拿一个提供资料给主委一下来？101年开始。那诸位，那101年一直到108，也将近7-8年的时间，那整体的时数上课时数到158000，我本席认为这个应该还有待提升的空间啊，因为8年的时间150000，那显然因为我们线上台湾，我们是可以同时很多人来一起学习嘛，哦啊，这学习这样的线上医化的学习对采购它有相当多的帮助，无论是法规或者是技术面等等，哦，那这一部分我们希望公共工程委员会能够再加强的来做宣导，哦，也要督促各机关啊，特别是在办理这样相关的采购的人员，哦，能够来做这样线上的学习，然后那158000，本席认为这个是效能是有在提升啊。那诸位，教育的部分，我现在把我们工程公共工程采购法令跟相关品质管理的教育训练，我做一个系统性的整理。那将来对这个部分，我们会来更加强。对，要加强了，好不好？因为这你看8年，它涨过8000了。哦啊，那一年差不多20000多，其实因为他是算人次啊，一个人可能那很多人在上嘛，所以我觉得这个效能应该还不啊，可以更好啦，好不好？可以更好啊。这熊料哦，其实对我们整体的公共工程品质会有法律的遵守是会有非常大的帮助了。好，哦，那这部分我们大家那就请主委，包括刚刚本席所讲的这个你们109年度的那个资料库更新，也希望能够来督促，赶快把它落实。好，谢谢，谢谢。好，谢谢刘兆豪委员，休息10分钟。
好，现在处理临时提案，请议事人员一并宣读。一、有鉴于技师法第23条针对技师查核业务定有明文规定，然条文中对专业机构团体所指和性质是否含一般公司行号，外界颇有疑虑。基于公平公正及客观原则，工程会应明文规定委托执行技师查核业务之专业机构团体，应由公证第三单位执行，原要求工程会于一周内通知各类技师之目的事业主管机关，共同厘清条文疑虑。提案人委员陈欧珀、邱显志、洪孟凯、徐志杰。二、有鉴于近期公共工程争议与纠纷不断，部分公共工程厂商倒闭，后续衍生问题责任难以归属，其次工程进度与资金使用的资料未公开透明，导致业主与包商处于资讯缺乏的情况下，突然面对营造商倒闭的风险。区块链本身具有去中心化、公开透明三大特征目标，近期已有透过区块链应用在工程管理上的案例，本席建议公工程委员会将区块链技术应用在公共工程管理，培养区块链技术人才，后续研议需成立相关部门或是与民间区块链合作，请于3个月后提出相关书面报告送至交通委员会。提案人委员陈素月、许志杰、赵正宇。宣读完毕。好，第一案各委员及行政单位没意见？没意见。好，没有意见，照案通过。第二案各单位各位委员及行政单位没意见？没意见。没意见，好好，照案通过。好，临时提案已经处理完毕，如果有委员对上述提案补欠的话，列入记录。好，我们继续请傅昆萁委员发言。谢谢主席，是不是请啊？我们主委。好，请主委，谢谢。主委你好。啊，主委你好。我要对主委啊，这个长年来为台湾的贡献呐、啊，我要深表感谢。谢谢。也很荣幸曾经与你共事啊，你为台湾奉献的精神跟你所对经济以及工程各方面的发展呐、啊，你的执着跟你的认真呐、啊，我来表达敬意哈、啊。谢谢。啊，那现在今天我想主委啊，这个部分啊，要恳求，可能要跟您好好来商量一下。现在接着下来，包括我们台湾整体的面对啊，这个新冠肺炎所造成的产业的冲击。公共工程啊，是负责国家所有整体啊，这个内需动能产业最重要的一环。刚刚有很多委员也提到，也是我们台湾长久以来的问题，就是公务人员动辄得救啊，所以不管是价格标还是有利标也好，啊，这个价格标现在大概公务员已经养成习惯了。第一个。他单价可能工程会提供的仅供参考哈、哦、不断的压低，所以所有的公共工程只要是价格标大概流标3次5次是正常啊、哦、那大概一年的时间呢、啊、就耗掉了2/3，所以公共工程的延宕啊应该从第一个为什么流标开始，他既然都已经有了设计规划啊，设计规划一般都是有利标在委外，现在公务人员基本上规划设计的能量已经降得非常低，
几乎都要委外，跟四十年前的工程单位都是自行设计，除了重要的这些桥梁水库要有精算的部分才是啊委由啊专业的专家设计团队，其他的部分呢、啊、一般道路啊学校几乎都是由这个工程单位自行设计，现在、啊、连一个最基本一个修路啊经常都要委外哈、哦、去规划设计，规划设计完之后正式的发包啊，流标三四五六七标啊，大概流标完一两年就也过去了。好，那我想过去啊到现在，我听吴主委啊您再三提到要让公务人员勇于认识敢于负责，所以啊应该啊国家应该勇敢的来推动啊这个有利标，但是您觉得有利标推到现在推展的进度如何？跟委员报告，我们对于最有利标的这个部分，我们最近这一个时间内，那么有相当比较比例的这一个升高。在108来讲，我们最有利标的案件大概绝标的这个件数大概 70%， 那么金额来讲大概 86%。现在已经到86%。对。我希望能够继续推下去，好吧？因为公务员呐、啊，现在是奉公守法，还要动辄得咎哈、哦，所以大家都选择大概不做啊，啊比做要好，这样子这个国家就没有办法有竞争力啊，往上提升。那接着下来，我想请教一下哈、哦，这个主委，我们现在接下来要面对的这些问题，包括整个这个世界的产业供应链可能会断裂的危机，那我们内需市场，当我们外销市场出问题的时候，我们要靠内需市场来推动国家整体的动能。那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公共工程啊，包括我们台湾所有的这些原物料，包括水泥、砂石等等等等这些。我们都仰赖啊，还有原物料，我们都仰赖进口啊，包括石油啊，包括煤啊、铁砂等等，这些都仰赖进口。好，钢材啊，钢材我们出钢是出口，但是很多的部分钢坯我们还要进口。在这种情况之下，我请问一下主委，好，我们要怎么解决这些问题？最近我们也启动对于业界跟实际的工作面做了解哈。那么其实在物工这个物料方面的这个影响好像不是很大，最重要就是一个砂石的问题，因为我们有依赖大概十分之一的这一个量啊，500多万吨一年从大陆进口进来，那这个部分呢恐怕有所迟延，因此我们主委啊，你可能误会我的意思哈，我不是指这些单一项目，我当然知道砂石目前从大陆进口好，大概十分之一，500多万吨，500万吨，好，总共大概进口600多万吨嘛。对，好，那现在问题是，不只是砂石啊，好，还有水泥，我们水泥现在大概可以自给自足啦。那我们这些所有这些原物料，包括矿砂等等，这些如果因为新冠肺炎的美国全面爆发、欧洲全面爆发，甚至大陆的二次爆发。现在封城开城以后，万一再从欧美回传回亚洲的二次爆发，这种情况之下，如果不是五月能够解决，六月能够解决，到年底如果都还不能解决，我们这些原物料怎么进来？我们的生产事业全部中断。所以委员提的是一个全面性的原物料的供应链的问题。是。那这个部分我们会进一步来做一个清查，那必要时做一个比较超前的一个准备。这个主委啊，可能要尽快做好准备。好，我们现在大概要请主委啊，对于我们自己能够自给自足的部分，应该多多予以鼓励，哦，不要有一些刻板的继承印象，好，说这个又影响环境，那个又影响内容，然后呢？当大家需要它的时候，它又变成救命产业，又是国防产业，又是战略资源。
每一个人住在屋子里面都需要屋子的保护，然后再来讲这个水泥又是污染产业，这个砂石又是什么样产业。我们刚刚讲啊，您提到砂石进口从大陆，现在大陆已经不太愿意给台湾砂石了，他们就要逐步的整个封锁对台的这个陆砂出口，因为他们本身就需要。所以是不是啊，工程会啊，对于这个部分啊，怎么样去辅导东沙哦，怎样让这个河川局尽量释放出来啊，给地方政府来哦合作，由地方政府进行来，不要再分什么中央管地方管，让地方政府尽量来做，增加地方的裁员，好，这样子的话地方推动力量也会更大。好，尤其北沙啊，北沙目前是不足啊，要仰赖东沙过来。那目前大陆沙竟然是啊国内砂石价格最高的是竟然是大陆沙，好，这个情况都很不合理。所以呢，我们本身呢、啊、我们国内的这些主要的这些好、哦、自给自足的这些哦，我们共工程的原物料，我希望工程会站在另外一个高点来支持国内的产业。诸位可以吗？可以，事实上我已经在进行。那么不管是协调河川局在花莲这边，那刚刚委员提到，如果连县政府跟河川局一起努力，把这边的沙能够出来，然后呢，从花莲这边怎么样又运到台北，这个连这个台北的码头跟船只，我现在都在协调当中。这个要请主委哈多协助，因为毕竟东沙北运成本最高。对，这个也是行政院当时辅导产业东移，这是政府辅导来的产业。丢在花莲以后，然后又开放大陆沙来扼杀东沙，现在大陆沙终于到是中国大陆不愿意给台湾的，这个时候再来仰赖东沙，但是我们的成本也是一样相对非常的高。好，那我现在有一个啊，对我们工程会啊，好、哦、我们工程会是做各样的这个国家以及中央地方政府的这个标案的这个稽查哈、哦、我想请问一下哈、哦，这个公务员啊动辄得咎，所以我们才提到这个有所谓有利标啊，这个价格这个价格标的问题。我们看到啊，今天经济委员会啊在提这个所谓的绿能发电啊中间种种的这些弊端，而且一条都比一条更大条啊。我们所谓的这个我们的风力发电啊，这个国际标一度电2.2元，国内标好、哦、要整合国内产业的标一度电5.8元，第一年啊5.5、5.1元。好，这个得标的公司啊，我想这个问题一定要请你们回答哈、哦、一定要回答，这个是动摇国本的事情。我请问一下，这个所谓的国内标一度电5.8元，得标厂商上尾公司，请问一下，我们国家20年总共要跟他购入多少电？工程委应该知道这个绝标，要跟他买多少电？一度电5.8元，第一年。跟委员报告，他这一个这个离岸风电的案子，他是依照再生能源条例去执行，他没有用采购法。好，那最后啊，工程会还是要能够了解。可以，工程会好，这个请主席啊，请主席，工程会一定要提供相关所谓的国内标一度电5.8元，它绝标的内容是什么？为什么是5.8元？为什么国外标是2.2元？国内标5.8元，总共5500兆瓦，这是吓死人的这个度数。我再请问主委啊，一个国际上的一个基本的一个合约的一个进行的 common sense 哈，这么大的一个金额政府的采购，国内国际同样的电，一年差455亿，
价差，20年差9100亿，工程会总要关心一下吧。同样的电，为什么国内跟国际差这么多钱？主委，这个一个礼拜之内把资料提供给本会参考，好好，给我们两个礼拜，好不好？这个谢谢主席，因为这个关系到好好关系到国家非常重大的问题。是是是，我请主委还要告诉我，为什么这家德标厂商可以把他的股权100%全部转卖掉？为什么可以这样？为什么可以？为什么可以？这在任何国家，像这种国家重大的采购得标以后，怎么可以股权全部转让？好，这个一定要经过国家的批准。我们国家有没有批准？这个资料可以取得吧？我们来协调。我们工程会当然可以查核所有的标案的，不管他用哪一个。查核以后。不管他用哪一个方式，礼拜之内送给本会参考。再生能源条例用什么样的条例，我们工程会都要来查核。给我们多一点时间好不好？因为这个已经瞩目2年多了嘛。不是，但是我觉得很奇怪，立法院竟然没人问这个事。那是在经济部这边的权责哈。啊，经济部哈，你叫他索取一下好不好？那副委员应该好吧？没关系，好吧？谢谢。好，我想诸位啊，我谢谢你刚毅的精神啊，为国家来做事情。但是这个事情一定要让全民能够了解，好不好？好，谢谢。好，谢谢副会计委员的质询。下面请何新存委员发言，谢谢。好，谢谢主席啊，我们请主委。好，请主委，谢谢。哎，主委好，主委好。何委员你好。你好，你好。这个我们今天是公共工程委员会的业务报告，顾名思义了哦。公共工程可以带动了很多很多的这个国家的一个经济成长哦，还有内需市场哦，还有很多很多的一个好处哦。所以呢，扩大内需、活络产业、带动经济成长、改善国民生活品质等等，我想这个都是我们公共工程委员会的宗旨嘛，对不对？那当然，另外也很重要的一部分是公共工程委员会在推动这个政府的公共工程建设的这个过程当中，不管是从这个监督，或者是呢一些刚刚很多委员关心的包括了整个的工程的进度啦，还有工程这个经费的这个有没有钱用在刀口上，那有没有浪费，有没有变更设计等等等等，我想很多的监督的力道跟政策工具可以来着力，对不对，诸位？那我们呢之前通过了这个前瞻特别预算的基础建设，那呢本来各年度的一个本预算的一个公共建设的一个计划也很多，那我想请教，就我拿到的数据了啊，去年我们整体的公共建设的计划啊，年计划经费高达4416亿啊，这个数字好像贵会给我的啊，那到了今年度总共啊，我们还高达5365亿元哦。那在这么多的这个公共工程的建设经费里面，我们委员会一个很重要的，就是在做一个盘点、检视，还有工程进度的掌握，然后还有呢，设定目标，去积极的稽查，不管是各地方政府跟中央政府所推动的公共政策，尤其公共建设，尤其刚刚有委员提到，这一次的武汉肺炎影响了很多的我们的，不管是我们的出口或是内销市场，甚至非常严重的影响到我们的内需市场跟消费市场。那所以呢，在这样情况之下，公共工程的这个建设的相关的推动，我刚刚提到它扩大内需，它活络产业，它带动经济成长，这些面向对我们在这一次疫情的影响之下，事实上对台湾有很大的稳定经济的一个责任。所以诸位，我在这样子的一个前提之下跟要求之下，稳定经济发展，那我们的公共工程能够呢如期如实按照进度，甚至超前部署、超前进度来完成，这是很重要的哦。对，是很重要哦。那这个牵涉到两件事情，一个是人，一个叫原物料。人我知道，好像为了因应我们现在营建业普遍缺工嘛，这是不争的事实了，所以呢，我们在缺工的情况之下，我记得好像今年公共工程委员会有报请劳动部同意，对那个引进外籍工的这个门槛好像有降低，对不对？
对，来来，请说明一下。跟委员报这个报告啊，我们相关营造业的劳工的问题真的是非常之严重。那我们整合相关的问题，已经跟劳委会劳动部提出，那么修正的这个建议，那么他们已经同意。例如像原来要百亿计划才可以，现在可以不用了。那么另所以那个这个最大的那个门槛先拿掉了，那组拿掉了。那么另外对于这一个比较特殊的工程，像我们现在 T3的问题，它要需求量很大，所以它原来的这一个申请的百分比的这个比例不够，那么我们对这个部分个案部分也争取到经过核准之后，行政院核准之后可以个案考量。所以大的工程经过行政院核准之后可以个案来考量，可以提高它的申请外籍移工的一个比例。对，那一般而言，我记得就我拿到的资料，你们现在除了百亿门槛拿掉之后，还有现在呢是只要个别的工程要达到新台币10亿以上，工期要在1年6个月以内都可以提出申请吗？连这个我们现在要争取把它降低这个门槛。那要怎么降低？降低到2亿是吧？1亿到1亿元的情况，那这样的话，那么它的适用性就比较全面性。它的适用性就比较全面性，那这个。有没有按照不同的工程经费预？对不起，应该是这样，按照不同的工程的预算的这个分级来逐项提高所谓的这个外籍劳工的比例。我的意思是说，10亿的工程跟1亿的工程，这还是要有点比例上的不同啊。当然，都要按照工程的经费还有它的比例去计算。那这个有核准了吗？现在已经跟劳动部协调同意。现在他们正在进行程序当中。现在正在进行程序，那最快什么时候可以实施？他们答应我原来是在3月底，啊？这个月吗？哦，他们经公告这一个程序之后，到6月会完成。对啊，这要一定要公告的程序啊，这个才能够完成他的法定的程序啊。那所以预计在6月份。对。那会不会太慢？他的程序是必须要的。我的意思是说，你可以跟劳动部再沟通一下，因为现在才3月初、哎、哦。那如果说因为公告期一般是2个月以内，那所以呢，我觉得行政程序如果可以快，要快，这个其实是在为了公共工程的一个缺工这样子的一个现象，我们真的觉得一定要解决。你没有工人，你没有相关的这样子的一个人力资源，你的公共工程的进度一定会慢。那公共工程的进度慢了之后，拖延的就是延宕工期，还有延伸出后续的一个问题。好，对不对，主委？我们会天天来催他。谢谢了，主委。那因为我实际上知道说，营建业真的不管是在地方或中央的各大的工程哦，确实缺工的现象很严重了哦。那这个部分，我觉得也要请我们主委这边能够注意。但是呢，另外一方面。我们也不是说任意的就放宽，让所有的营建业者只要有工程拿到工程就可以来申请外籍移工。我们也希望说这个审查要严格，我们也不能泛滥滥发。我相信要保护本劳的就地的在地的工作权也是一个我们最主要的考量。没有错，没有错啊。那所以接下来还有个问题，既然你开放外籍移工，现在已经。把一些门槛放宽，那也就是说，越来越多的这个公共工程可能会适用于你未来新的办法来申请外籍移工，那会进来的人会比现在多很多。那两个问题，一个问题，现有的这些外籍移工，你们对于这些工程单位如何要求防疫？第二个，那未来的这些会增加这么多的外籍移工，你们又如何要求这些？申请的工程单位来配合防疫，因为以目前防疫中心告诉我们的，应该到今年6月，可能疫情还会继续，不见得能够可以趋于稳定。当然，我们希望它趋于稳定啦。但是在防疫期间，这个部分工程会有没有公告各个工程单位，或者是所有有关公共建设的承办的工程单位，我们如何去加强？跟委员报告，我们虽然是争取这个门槛的调整，但是一切
还是优先雇用扁劳为先，这个一定要。哎，扁劳这个保障雇用没有才能够去申请，嗯，这是不能放弃的，是也不能退让的，是。那么至于我们在推动公共建设的这一个同时，我们会要求工地应该要这个依照防疫中心、指挥中心的这个要求，做好防疫的工作。那这个你如何做啊？这个就是按照他们的规定，该什么情况啊，尽量不要去。所以你们已经发文公告了？有。然后请地方政府协助，那你如何去稽查？各个机关他们会列入这个。各个机关都会列入查核，那你们有人力去抽查吗？去查核吗？会要求列入查核的这个部分。哦，来来，你再讲清楚一点。你说会列入要求查核的这样子的制度，那我请教一下，你们多久查核一次？是抽查还是定期？还是不定期？查核的部分是按照一定的比例做一个查核的工作。是啊，那我现在是说，现在在这个武汉肺炎疫情的这样子的一个正在，甚至刚刚有委员讲到有可能二次爆发，我是希望不要了哦。那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你们的这个查核是不是应该要调整一下你们的频率？因为要因应这个非常时期特殊的状况啊，你既然告诉我说你要把这个防疫的措施纳入在你们查核的这个项目里面，那我觉得那你就不能以往一般的那样子的一个频率跟状况来应对，而应该有非常时期因应疫情的这样子的一个需求，我们要做到真正的防疫。尤其我们现在你开放的有很多外籍移工哦，有很多外籍移工哦，那这些外籍移工他本身来自的母国到底有没有疫情的发生，或者有没有所谓的进来之后他需要居家隔离自主管理的，那我们的工程单位到底有没有配合，而且还牵涉到如果他居家隔离，那这些外籍移工的工作权益等等，我觉得这个都是相关的。我们要更进一步，工程会这边要去把这个状况先设想好，那你才能够去要求各个政府机关，那去要求在下一层的这所有的公共工程的施工单位去配合嘛。那工地能不能做得到位，你要去稽核，你要去稽核，你要频率要调整啊，你项目又要稽核什么项目，要如何去做到防疫能够到位，我觉得这个都是要用最快的速度积极的去把这个 SOP 把它建立出来，对不对？好，诸位好好，可以吗？可以，可以哈，那就拜托你了哈。好，那第二个，对不起，主席，没关系。我刚刚讲到人，再来就原物料，其实我只关心一点，原物料刚刚有其他委员关心到，我们希望在公共工程的时程不被延宕的情况之下，我们公共工程委员会第一个要能够去掌握这些原物料的来源，那掌控来源源头之后，第二个要去注意坊间有没有囤积跟哄抬价格，那这些机制事实上我们就希望能够平稳，然后能够顺利的来让这些公共工程的进度能够如期如实的完工，我觉得这个很重要。包括刚刚大家有讲到的砂石哦，这如果有进一步我需要再能够就教，我再请教诸位好不好？好，这个部分跟我们已经在做，我们会更注意办理。好，谢谢。好，谢谢。好，谢谢何新存委员，下面请陈素月委员发言。好，谢谢主席。请主席邀请吴主委。好，请吴主委，谢谢。主委你好。主委早安哈。早。这个武汉肺炎疫情哈，可以说来势汹汹。那为了这个抗疫防疫哈，我们整个政府的行政团队都动起来了哈，所有的各部会都动起来了。那相信公共工程委员会也不能置身事外了哈。那跟我们工程会比较有关系的就是这个采购的部分。那是不是可以请诸位简单说明一下？就是因应这个疫情的关系，那我们在抗疫防疫的这物资的采购上面，我们这边工程会有什么因应的措施？好，谢谢委员的指教。我想在防疫的物资采购方面，那么本来在依照法令就可以做紧急的采购，我们也已经发出这个公函提醒各机关有这方面的需要可以做立即性的紧急采购动作。
是，好，那我们也知道说我们在主委上任之后也有成立了这个一个咨询的小组嘛，哈，那目前就这个疫情的这个采购的物资应该没有什么争议的部分了哈，在目前还没有，没有了哈，好，谢谢。那另外想请教一下，就是长久以来哈，就是这个闲置的空间，就是蚊子馆哈，是长久为人所诟病了哈。那在主委上任之后，也积极的在活化这些蚊子馆。那据我所知，应该目前闲置的空间已经下降到21个这个闲置的空间嘛哈。那为了因应这个疫情哈，我们也知道。这个武汉肺炎疫情的发展哈，我们也没有办法就是很确定说什么时候可以结束。那很多人也担心说，是不是会有第二波的大爆发的疫情？那我们当然都不希望有这样的情况来临。那不过为了未雨绸缪也好，或者是这个提前部署也好，主委有没有想过，就是说来活化这些闲置的措施，作为哈就是相关疫情比如说这个隔离所的一个设置也好，或者是其他的一个因应的场所也好。对于闲置的公共设施，那么我们那么经过检视之后，那么有确定该活化的这一个部分，我们就会列入管制。是。那么它的活化的这一个方向，也同样要定出活化的目标出来。是。所以我们现在就以前案件呢、那么现在采取化被动为主动的方式。那么来做进行，那么这一些呢，如果可以做，像刚委员提到的，适当的用途或者说长照等等这些都鼓励，尽量来朝这方面来做努力。对，就是活化目标要设定嘛哈，应该是符合它的功能嘛哈。那因为本席所了解，就是说目前闲置空间就是也有具备这种医疗。功能的闲置空间嘛，目前看起来目前还没有这样的一个比较这方面的适用性。没有吗？对，诸位你可以再查了解一下吧。台南应该是有一个地方嘛。台南它有两个案子哈、对。那么基本上现在地方上是有提出来说已经有活化的方向。有方向了哈。已经有活化的这个目标，那么我们目前是暂时同意这样。是，那刚刚有委员提到说，是不是他们有这个要逃避列管的这个案件，然后用其他的方式来改变，我们会进一步再来了解。是，好，谢谢主委哈。那接下来我想请教哈，就是我们也知道这个疫情的冲击哈，是造成全球性了哈，那我们台湾一样面临了这个经济的一个很大的一个冲击。所以很多人也担心说这个经济成长率是不是会下滑。好，那我们看到日前我们国花会的主委他也针对这个部分他也有宣示，就是说希望能够加速推动这个公共工程的一个执行率跟达成率。好，然后预计就是说希望将今年度的这个预算的达成率从去年的93%提升到95%。那预计这个执行的量就是可以增加近1000亿那这个部分当然就是说如果能够达到这样子预估的目标对于整个经济成长率是有相当大的一个帮助了。那要如何达成这样子的一个达成率93%要提升到95%应该要达到这样子一个达成率，就是控管很重要嘛，列管很重要。对，那我知道就是我们建设有一般的公共建设，也有现在在进行的前瞻基础建设。那在这个公共建设的列管方面，就我所知就是我们工程会跟国发会都各自有列管的重大的案件。那在这部分是不是有重叠的部分，是不是有冲突的？并没有，国发会这边他定出一个努力的一个目标给予鼓励。对，那我这边呢，我们会对于这个协助各机关怎么样提早来作业，让这一个案件能够提早能够发包施工。第二个，那么我们工程最大问题是在于碰到问题的解决。对，那这方面我们会来更进一步的来协助他们，让他能够来更早更顺利的来进行，也同时兼顾防疫的这一个要求。是，那
当然就是说在加速这个公共建设的同时哈，当然就是会有衍生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这个原物料的需求的一个问题哈。那原物料的需求如果说在平时应该还好，可是因为现在是因为疫情的关系，应该很多委员都有关心过哈，就是这个砂石的这个缺料的问题哈，就是我们北部啊北部的这个很多厂商的砂石原料是来自于这个中国的福建嘛哈。那最近因为他们那边的复工目前是不如这个预期哈，所以这个整个物料的进口相对的就是减少很多了哈。那当然也会可能会带动这个物价的上涨哈，原物料的一个上涨。所以在这个部分工程会有什么因应的措施？跟委员说明，我们目前所掌握的国内的这些营建物料，大概只有砂石会比较受到这个大陆这边的影响。那我们现在这个部分也已经协调河川局来补位，增加输进量。那这个部分我们甚至于将来，甚至于不再依赖大陆进口，我们自给自足来努力。那这个部分我们包括运输到这个东沙北运，包括有需要从中沙这边来补足，我们都已经协调这个整个完成作业。是，可是这个部分是不是也要去考虑到这个运输的一个成本，也是会加灌在这个成本里面？这个对，像比方说东沙来讲，我们是希望它能够海运，就要用海运过来到台北港，啊，那么不能海运，才用轨道运输，公路是最后的一个手段。是，好，因为本席提到这个部分哈，当然就是接下来还要请教您的就是有关这个就是整个工程招标之后哈，就是因为物价上涨哈，造成就是说它的这个可能营造厂商会财务出问题的一个部分哈，那等一下我再谈哈。我现在问请教主委一个问题了哈，就是当然这个砂石的部分，您希望能够就我们本国内的这个河川的疏浚哈来解决这个需求的问题。那另外我们也看到就是这个道路的混凝土刨除料的一个运用哈，在运用的问题，我们知道沥青混凝土刨除之后是可以再利用的嘛哈，这是我们允许的嘛哈，可是在这个运用的这个部分比例上哈，我们跟他了解起来，很多的县市哈，它在利用的这个比例非常的低，非常低，当然会造成衍生出这环保跟工程管理的问题。很多厂商它的这个厂房也好，或者是它的空间堆置如山那难以解决。所以在这个部分，我们有没有什么样的机制可以去鼓励这一些厂商，或者是说这个业主单位来再利用这些沥青？当然，再利用是不是也可以降低这些原物料的一些价格？减低哈这个包商的一些压力。而 AC 料的使用之后的刨除，事实上它也是一种资源，对，所以能够利用应该要尽量再利用。对，哎，我们有什么鼓励的措施吗？那这个部分能够用在这一个面层的部分，那是最好。是，那可能没有办法百分之百。对，那如果这边用不了，至少在底层、基层甚至于路基的这个填料，都应该来优先使用。是，那这个部分我们工程会有去已经有要求察觉到这个问题吗？要求各机关要照这样的执行，要设计就要考虑进去，设计的时候就要考虑进去。有强制性吗？有强制性，有要求。是，好，因为我们也希望就是说这个部分这个问题哈，我们要去重视去解决了。好的，不然厂商他们一直堆置的这些刨除料，可能会涉及到他们之后再去标其他新工程的一些压力啦。是啊，是，好，好，那就是我们也看到，公共工程，我们过去哈，当然就是有这个最低标的这样子的一个招标方式，所以也会造成很多抢标，造成这个品质低落的一个问题。当然，我们目前现在也有在推动这个最有利标嘛，哈，刚刚主委也有回复说，目前最有利标的比例已经有几成了？有几成？刚刚讲两亿以上有80几个%。89%，86%了哈，这样也算蛮高的一个比例了哈。所以对公共工程
过去以来很多的弊端，我们当然不断的在改正、在修正嘛，哈。不过就是说，还是会有存在的一个问题，就是这个营造厂商，哈，这个倒闭的一个问题，哈，这个问题还是层出不穷，好，层出不穷啊，哈。所以在这个部分，包括说公共工程，目前在招标，哈，有流标或废标的一个比例，好，都蛮高的哈。这部分，主委不晓得有没有去，关注这一部分的问题。我们有一个统计啊，那么在整个这个建筑跟非建筑类或各工项的工的这个案件来看，在第一次招标绝标案件大概有57%，第二次绝标大概有91%，那么有这个落差，那这个是受到我们采购法有一个限制，第一次招标一定要3家以上才能开标，所以这个部分那么是法令的限制造成这个结果。是，好，那今天跟主委请教这些问题，最后哈，就是因为不管就是说在整个公共工程的一个进度的一个管控，或者是说品质的一个管控哈，或者是说是不是可以如期的一个完工哈，这样子啊种种了哈，有没有考虑到就是说？可以参考目前民间公司，就是世熙工程公司，他们已经有采取的一个区块链的这样子的一个管理方式来管理这个工程，不管是施工的这个内容，或者是资金啊的流向，然后避免就是说这个工程因为就是上包这个上游厂商跟下游发生争议了，然后导致停工啊，或者是说其他的一个问题哈，然后导致这个工程延宕这样子一个问题。委员建立的这一个管理的这一个方式，我觉得非常可以来这一个参考，是，我们会来进一步来研议。是，好，那因为刚本席有一个提案了哈，那就是希望我们主委可以研议在一定的时间内提出哈相关的报告。好，谢谢。好，谢谢。好，谢谢陈树月委员。下面请李坤哲委员发言。谢谢主席，请一下吴主委。好，请吴主委。李委员您好。主委您好。你好。我国在108年我们对于政府采购法增订了70之1条。那70之1条最主要的就是政府机关。对于相关的工程必须针对它的规划设计以及施工的危险先要有一个详细的评估，而且针对劳工的安全卫生相关的法规也必须要订定相关的规范，而且量化来编为相关的经费，更重要的这些规范也必须纳入招标程序之中。如果这些相关的厂商在施工的施作的过程里面如果有违反相关的法律，也必须要接受相关的采访。那最主要的我们就是针对国家公共工程的品质以及对劳工安全的保障这是一个基本的规范。但是我们如果来看这几年相关发生的公共工程的重大职灾以及相关的伤亡的案件还是会让我们摇头叹息。我们看到106年跟108年相关的重大职灾的案件，其实并没有下降，而且死亡的人数也没有下降。这在每一次的公共工程委员会相关的业务报告里面我们都一再的要求督促。我们看106年违反职安法的项目高达17218件，到108年呢，提升到18828件。那相关的重大的件数，106年是38件，108年是39件，死亡的人数106跟108都是38人，只有受伤的人数稍微有下降而已。那这一方面我一再的要求公共工程委员会对于重大职灾对于劳工安全的保障必须要提出具体的成绩出来，看来是让人家失望。来，
主委简单说明一下，我们针对这样的一个重大职灾造成的件数以及相关的死亡人数一直居高不下，我们公共工程委员会有做怎样的滚动式的检讨吗？来说明一下。好，谢谢。我感受到李委员一直以来对于劳工安全这一块非常的重视，一再的建议。那么也谢谢在这一次的采购法的修法增订这样的条文。那么其实现在从法令跟制度面应该都有，那么而且是规定从源头设计就要开始考量。以前设计都用一试，结果落实执行会有落差，现在都从源头就开始要求，现在剩下的就是一个落实执行的问题。所以这个部分我们看到这样的一个数字啊。好，政府采购法七十之一已经有一个基本的规范出来，对，那是不是我们公共工程委员会对于相关的采购法的执法会有增订的这样的一个严厉？那我们对于相关的落实如何的这样的一个查核督导，哦，这个也是一个很重要的项目。另外，对于劳动检查，哦，这个是保障劳工一个基本的一个重要的步骤。我们现在就是说，到底公共工程委员会对于职灾的降低，对于劳工安全的保障，那相关的重大职灾件数没有下降，死亡人数也没有下降，到底公共工程委员会有提出什么具体的改善措施吗？好，我们在相关的制度规定都已经建立，刚刚报告的就是它在落实执行，那这一块我们会加强来要求。主委你就说得很清楚了嘛，哎，相关的政府采购法七十之一条有基本的规范，那我们现在就是落实执行这个方面有出现问题嘛，对，那如何去做改善呢？所以我们会来加强宣导，要求各机关务必负起责任，第一个。第二个，那么对于设计时间监造跟厂商这个部分应该要落实到现场，那么加强查核的要求。主委刚才提到要有基本的规范之外啊，要加强查核啊。我们现在每年的公共工程的相关的件数啊，一年都大概是将近五万件左右，那我们相关的查核啊，一年大概是三千多件，那这个查核的比例啊，我们至少要维持在8%以上啊。但是近几年啊，就查核的件数啊也没有提升，来主委说明一下。好，这个部分当然查核的工作在人力上面会有所限制，那么我们会来进一步，那么来加强看怎么样来提升这个比例。那你今年的目标呢？相关公共工程的这个查核的件数呢？因为我们要跟地方政府做垂直的联系，然后跟各部会也有做横向的联系。我们对于公共工程的查核，哦，主委，这个不管是重大职灾以及劳工的安全保障，还有相关的公共工程的查核的件数的提升，在过去交通委员会我一再的督促交通委员会的公共工程委员会必须要做具体的成绩出来，但是看起来就是没有提升嘛，查核的件数没有提升嘛，来说明一下，108年只有7.1%。好，这个还是在107年的时候，我们相关的这个质询的过程里面，我要求要做提升，才有稍微有提升，而且提升的也是非常的缓慢。好，对于查核件数的提升，我们会来今年会不会到8%以上了？但是光这样还不够，我们怎么样去透过这光这样还不够？但是我们就连8%都没有啊！我现在就是说今年能不能8%了？来说明一下。好，我们这是最低的要求的。我现在我自己讲都有点觉得不好意思，只有8%的一个要求。当然，查核人力不足是一个明显的现象，但是这也不是今天才有的问题啊。在过去，交通委员会就一再的督促你们，要求提升相关的查核的相关的能量，也没有看到有改善呐、啊。来，诸位简单说明一下。好，我们今年朝着10%来努力。哦，10%，好，这个我记下来啊，这个是很大的挑战啊。好，针对这一次武汉肺炎啊，我们对于公共工程委员会提出的报告里面啊，很可惜我没有看到有对公共工程相关的防疫的措施以及物资的盘点啊，有做相关的报告来。
有，事实上我们已经有相关盘点，在这一个材料设备方面，那么只有砂石目前比较明确，其他的部分应该还。我讲的是防疫的措施，对，以及物资。那防疫的部分，我们会要求各机关，那么依照防疫指挥中心的要求做好防疫工作。好，按照防疫中心所做的一个要求做好防疫工作，就只有这样吗？我们有什么具体的措施吗？我们有具体的部门、具体的人力，有订定相关的规范，按照防疫中心所定的基本原则，去提出对于这些公共工程的包商一个基本的要求吗？因为相关的公共工程，我们对劳工安全的保障，或是对于防疫措施、防疫物资的一个准备，都会关系到劳工的安全之外，对于公共工程是否能够如职如期的完成，更是一个重要的关键呐、啊。来说明一下。这个部分我们也会把它列入查核的范围项目。好，也要列入查核的对象哈。那我们现在对于这个闲置的这些空间的活化，我们闲置的这个公共空间活化的方案啊，行政院也推展了十五年了。那其实成效啊，是值得啊我们一再的检讨。那我们现在108年第四季啊，总共这些活化的累计啊，闲置公共设施啊，单单闲置的公共设施就有428件，然后公共工程委员会号称已达活化标准的有406件。成绩有这么好吗？我们有很多的公共设施啊，闲置的公共设施号称活化之后又再闲置，我们有针对这些做一个通盘的清点跟检讨吗？我们有针对社区的需求去做相关的活化的一个推动吗？来说明一下。对于已经活化解除的案件，我们得列入继续这一个查核的对象。那这些案子有多少？没有发现，那么相关案件有在闲置的状况。那我们相关的这些件数到底有多少？我们现在号称有21件是闲置的方案了，在接下来要去做相关的活化，但是之前的406件真的都完成活化，而且符合地方社区的需求的吗？我们在我的印象里面，好像有10几件的案件。好，这个具体的内容啊，请交给本席啊，我们来做一个更进一步的一个探讨。好，谢谢。好，谢谢李坤哲委员。明哲兄，等一下，你咨询完毕，帮我代理主席一下，好，谢谢。好，请许淑华委员发言。谢谢主席，麻烦主席，有请我们吴主委。请主委。主委你好。哎，主委好。主委，我们南方二的这个跨港大桥呢，我们从这个去年的10月，这个崩塌之后呢，我们交通部也讲说，我们希望在3年内可以帮它重建完成，帮助地方可以恢复它的生机了哈。那现在呢，因为这个基隆港务公司跟我们苏澳的区域会跟地方的民代啊，对我们的地点桥址的地点有些不同的意见，所以现在还没有一个新的进展。包括我们陶基的第三航厦，我想今天很多的委员都特别提到了，我们流标很多次了。那当然，这两个对我们整个台湾的观光发展，它是非常重要，也扮演不同的一个位置跟角色，所以我希望我们工程委员会呢能够要更积极的去督促哈。所以我想我们先来谈一下，就是这个南方澳的跨港大桥，因为现在这个事发到现在已经半年多了哈。那主委，据我了解，你上个月有到地方去，有召开了一个中央跟地方的一个协调汇报嘛哈。那目前看起来，渔会这边表示的意见是说，桥址太靠近了鱼市场，所以可能会影响渔船的卸货，还有很多的这个就是等于是说这个车辆的动线问题。那当然就我们的业务单位表示，应该是我们在安全性的考量上面可能会有一些的困难。那毕竟呢，我了解我们必须要以安全做第一的考量，可是地方的意见包括到我们怎么样
要考量到地方产业的需求，这也是非常的重要的。那接下来是不是你好像是这个月17号你又要再召开地方的协调会？好，那我要请教一下说，如果要再召开的话，现在跟地方有没有基本的默契的，还是现在我们应该怎么样，这个进度会怎么样来处理？好，谢谢学员的指教。那么这个桥梁事实上港务公司已经委托给公路总局发包做设计，那现在都在进行当中，但因为这个桥位的问题没有确定，那么现在已经变成无法进行下面的设计。那基于这样，那么除了交通部这边进行之外，我已经出面刚刚讲到的已经协调会议，那么昨天我也再继续了解，我希望在最短时间之内可以把它确定下来。所以现在是跟地方这边我们还没有取得共识嘛，对吧？渔会跟港务公司这边对于桥位的看法，还有一点点的差异，没有共识，我会想办法让它有共识。对，因为这个必须要快了吼，时间我们定出来的期程吼，我们都跟预期的跟现在的进度都有所落差，而且这个整个跨港大桥对地方来讲，它的产业需求是非常重要的，还有观光功能哈。那另外呢，我们刚提到就是说，我们现在呢，在前天林佳龙部长来备询的时候，我们有跟他提到，就是我们交通部也打算推出一个，就是在2030年我们的观光政策白皮书，希望在2030年我们要让我们的观光人次好到达到2000万哈。那我们目前我们整个桃机的设计，不管一跟二加起来，目前整个的容量就是在3700万嘛。那如果依照我们从108年的使用人数来看的话，到4600多万了，也就是说早就超过我们原本的容量的千万人了哈。那所以呢，现在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就是在整个相关的硬体设备都已经不符使用的情形底下，那么桃机现在原本的总规划，跟我们现在原本的预期是能够第三航厦完工之后，本来是希望能够达到4500万嘛，那你整个加起来的话，跟一二三就可以到8000多万。可是现在看起来，我们整个延宕的情况是相当的严重哈，因为本来我们是希望我们本来是2020完工，本来是应该是2020，是今年的年底啊，那现在我们看起来是要到2024了。等于整整拖了4年，到2025年才能够营运呐。所以你这个这变成是说，这个整个的延宕的时间呢太久了哈。那所以你现在当然这个部分，我不晓得现在这个今天很多的委员也在关心，那是不是请主委这边再说明一下，我们2025年啊，我们真的能够达到我们的观光人次要到这个目标的话，我们其他的设备要跟上啊，否则我们用观光立国这些空谈啊，不能再跳票了。主委。这个案子我也亲自去了解哈，也到现场去。它总共分成11标，其他都已经发包出去，就剩下这个主体航厦这一块。那这个部分呢，那么我们经过了解啊，它原始的在这个委托征图的时候所征出来的图，跟价格本身就不相当，所以这个部分一直绕在那边。没有解决，对，那所以就不，因为延宕一定都会有原因存在嘛，哈。那我现在我们不需要去听那些原因嘛，因为我们定的目标就在那。那主委您的功能跟角色是要积极的去介入嘛，哈。所以我觉得本身主委，我们平常我们在给各个单位考核，包括给地方政府考核，我们也要做自我考核啊。因为我们当我们给很多单位压力的时候，希望他能够达到他的执行率。好，那可是我们很多时候各单位需要我们工程委员会去介入积极去协调的时候，这时候我们要更展现出我们在这方面的一个魄力啊。那否则的话，为什么先前有很多人在讨论说我们到底工程委员会有没有存在的必要，那否则的话你就让审计部来就好了。该我们要有积极去介入的时候，我想主委你这边不能够我们给地方考核，这方面我们要自己要给自己一个期程，你该怎么样去协助地方呢，你就要拿出你的魄力啊，主委。我已经积极介入在协助，那你而且要求他们，那么在这一个5月之前，应该要提出发包案，再公告招标，已经有要求他们。好，那么也协助他们提出各种的方案的解决，包括劳工问题，是，包括他的这一个
检讨设计的问题，嗯，包括他的发包的策略的问题，嗯，都协助他们。好，也就是说，现在我们希望在五月的时候能够一并的把这些上述的问题都能够解决掉，能够第一阶段的资格标能够出来。嗯、好。好，我们就拭目以待啊！希望在这毕竟是大家国人都非常关注的一个议题了哈，所以这件事情希望这个主委要最近要非常用心在这件事情上面哈。好，那我要再请教主委，我们92年的时候，我们曾经有颁布一个叫做《全民监督公共工程实施的方案考核作业规范》哈，那么103年之后，我们就废止了，把它修正作为一个管制的考核作业要点。那当然，这个办法呢，它其实就也补足了很多行政人员在机关人力的不足的问题哈。那希望我们借由民众，他可以对我们公共事务跟公共品质的参与，那么我们有很多的缺失，大家一起来做督工嘛。这个目的是很好的啊。那我们看一下2月份所提出的108年的这个检讨报告里头呢，108年我们总共受理了1996件，将近2000哈。那么其中呢，才有1138件是有效案件，就是它的这个有效案件率的比例是57%。那依照第四季的改善措施的满意度的调查哦，中央部会我们的满意度是65%。不满意35%，那满意度跟我们107年相较呢，又下降了16%。那主委到底知不知道为什么我们的满意度会下滑？我想这个部分我们非常感谢全民督工的这个民众的关心跟协助哈。那么我们要求各机关应该要迅速的处理，我们也给予考核跟奖励。这个部分我们是增加这个政府的部门的不足，来对公共的建设能够有所这个精进。我知道，那我刚问的是为什么满意度会下滑，你知道吗？这个部分我想在执行面、可能在回应上面是不是有所不够，应该再加强。所以因为哈，我们108年的有效案件数是57%，然后我们现在因为为了要通报，就是通报让大家方便都电子化，哈，所以我知道看到你们在很多的 Android 的平台或哪里都有都有设定一个全民监工的通报的软体，但是我们从7年前上架到现在才25000次的下架次，就是下载的数量，这代表什么？第一个就是说，很多的民众57%，因为很多不是监工的内容，他也通报上来了，就代表说我们很多的民众对于我们全民监工的这个内容，他不是那么的清楚的。再来就是我们宣传的不足嘛，所以7年来下载的次数才到25000嘛，这必须就是要让我们部里面去调整嘛。更何况我刚刚提到了，还有包括很多满意度的问题哈，那当然这个会到有牵涉到各个部会。可是我要讲的就是说，现在我们的这个民众透过我们这个平台，他来通报之后呢，我们这个平台呢，他会把案件转给我们各个机关。那么另外，我们考核小组会把这个案件考核之后来做奖惩。好，那如果有达到一个这个标准的话，我们会给民众奖励金。那但是我要讲的就是说，现在有很多各个县市其实都有相关类似的平台，不见得会把这个纳入我们的这个就是奖励基金。也就是说，其实这个已经有点叠床架屋了。所以要嘛，我们如果这个你这个软体还有存在的必要，奖励还要存在的话，你必须要扩大它的功能。因为7年来，我刚刚讲7年来才25000。好，那么它的平台上面它的有效案件才57%，所以我们必须要承认我们的这个功能性是不强的。如果要存在，你就必须要增加它的功能性跟它的宣传。那如果不要跟地方叠床架屋相关的话，我们可以取消也没有关系。毕竟我们都希望说全民一起来参与监工啊，跟我们一起，大家来让我们的施工品质可以更好。但是政府我们也不需要浪费那么多的资源在重复的事件上。来，主委，请你简单回答。我们来检讨，希望能够更便利方便来使用来控管。所以主委基本上你的态度是希望还能够维持它的功能嘛，希望功能存在。那么怎么样能够去这一个务实的提出这个案件来务实来执行？好，如果说是希望说能够维持当时让我们全民监工这样的本意跟我们的初衷的话，那主委既然要检讨的话，那主委你多久可以把让我们同仁把现在的这个通报系统你也做一个简短的一个就是我们的一个调整的报告让我们知道？好，1个月内，让我们来看一下哈，否则的话，不然的话，我觉得我们做这个也是浪费。好，那要做的话，我们就要落实，好吗？当然。好，谢谢主委，谢谢主席。现在请鲁明哲委员发言。
好，谢谢主席。请主席邀请一下吴主委。请吴主委。主委你好。嗨，主委好。其实今天非常多的委员都关心到我们机场的第三航厦 T3 的一个进度哈。那因为我身为桃园的立法委员，我个人也特别关心这件事啊。大家的感觉哈，从原本预期2020年，也就是今年，我们会有一个第三航厦哈可以来使用，但显然这个期待是落空了，流标了三次，然后现在也不断的再去做一个计划的一个修正哈。那我想哈，这个因为主委啊，你是专门公共工程的啦，事实上这个案子很多的一个决策也应该也跟你没有关啊，只不过现在正好卡在公共工程如果没有办法顺利发包的话，后面等于一切都卡住了。 T3 这个航厦从刚开始设计啊，我们就引进了不管是荷兰总顾问、荷兰的机场顾问公司，还有美商一个国际的团队。104年我们招标的时候，国际竞图啊竞标啊，那全世界大概知名的一流的来了非常多。那后面我们有两个英国的团队，包括得到我们建筑奖的那个世界级的设计师都来了，那最后他得标了。那得标过程之后，我现在必须要提醒一下，这是大家必须担心的，因为全世界大概都还蛮关注我们这个 T3 这个案子。如果我们做得好，是一个国际的佳话；如果做得不好，甚至像德国柏林某一个机场十几年烂尾楼，那会变成国际的一个笑话哈。我想请教一下主委啊，就你觉得现在，当然现在结果是又要增加很多的一个经费，但是从总顾问开始，102年，我们邀集了这些专家进来做我们的总顾问，他们研究讨论出来的量体是他们讨论出来的量体4500万每年的人次，21个 gate 等等的，是做一个巨大型的航厦，是原本的这个想法导致后面的结果，还是在104年第二阶段在竞图的一个过程中，有人叫做现在流行啊防疫叫做超前部署啊，在现在很多的标案叫做超前规划，那个钱啊 money 超前，他明明就知道这个预算没有办法设计出来做到这样的一个量体或者这样的一个美观，可是他每每在几家竞标的过程中，很多的工程都选到一个说哎，我这个钱就可以做，然后后面完全不是，是这个成绩出了问题，还是根本机场公司他们在整个运筹帷幄的，你觉得到底哪一个环节出的问题比较大？我觉得刚刚委员提的两个问题都存在。第一个，首先就是竞图出来的东西跟价格本身就不相当，这是第一个问题。那第二个问题，那么这几年，那么陶机在执行的过程当中，对这个问题没有妥善的去解决。所以，董事长下来两位了，啊，那现在后面到底要怎么处理啊？我有请教陶机公司啊，陶机公司非常感谢说主委给他们很多的一个咨询，给他们一个帮忙啊。但似乎这个问题，交通部的立场已经公文给他们了，说目前以他们来讲，要增加到961左右，交通部的立场是不太同意的。所以我不知道您刚刚讲五月份这个戏码要怎么样的走下去，尤其其中您刚刚说11个标案，事实上已经有245亿，根本已经招标出去了，周边的工程跑道的那已经标出去了，那剩下的部分，你刚刚讲只剩几项，所以其实蛮吊诡的，大家都在关心这个航厦，他们从原本的这个标案呢449亿，现在说大概要437或者400。545亿，增加了大约96亿，可大家觉得好奇怪，但是问到总数的时候，从789亿增加到962亿，增加173亿，所以代表有一件我们还没有看到的东西，也还没发包出去的东西，也不是主体航厦，哎，奇怪，怎么另外一个没谈到的，除了这96亿主体工程增加之外，还有73亿增加在
什么地方，这我们不知道哈。但是我看到你们那个检讨报告，这三个主因啊，就当时设计的时候，我们刚讨论的哈，他在设计的时候根本在乱说嘛，他没有考虑预算额度，甚至更奸诈一点，他根本考虑到了，但先得标再说。第二个工程啊，很多的他设计的工匠，因为理想，这设计师他一定有他的一个美感，但是实务上要去做出来，其实有很多的困难度，所以要招标，真正施工厂商他们当然会担心，当然会怕嘛。最后一个在估价方面，这就是你们现在在研究了，市场接受度显然是有问题的，所以你们没人来招标。那这三个主因啊，我觉得第一个是最严重的一个问题，就刚刚讲说超前规划这样的一个情况，普遍存在在很多公共工程的标案。主委，你说对不对？哎，确实是这样。有没有什么方法哈，可以去解决这样这个问题？不然这么多年来，我们看到类似这种情形层出不穷。我的记忆，蛮深刻的。之前高铁啊，高铁还没做之前，我记得得标的那个公司说政府一毛不出，后面快把政府银行做倒了。可像这种案子层出不穷，没有办法有什么防治或者事中的控制，甚至事后的反制的一个，在公共工程委员会有没有这样的一个想法？这个部分我想委员当过市长应该很清楚，就是他编列预算跟后面的委托设计两个脱节，没有连贯起来，所以我们现在也发现这个问题相当严重。就刚刚我讲的，编列的时候是买国产车，买的时候是买进口车，当然不会做得起来嘛。所以我们现在要求做全生命周期的一个概念，从你做计划、编列预算，就要想好未来要什么的标准定位，然后你后面的采购设计就要跟着走下去，不要两个脱轨，那当然就接不起来。这个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好，但这个部分，我觉得各地方政府都一样，类似这样的事件经常发生。但我觉得发生这样的一个情况，我自己觉得有一半根本厂商是故意的，有一半哦，我敢说，他根本就知道我标到之后拿到再说，透过不管你现在还没有标出去，你增加预算，或者标出去了再透过那一定的百分比再去追加预算。我觉得这样的都应该找一些方法来控制、节制，或者透过计点的一个方式让大家知道。某些厂商有固定这样的一个习惯，那再来哈，这个就要很有趣啊。这个要问你哈，一个招标案，同样一个就是 T 三，招标分分合合，官大学问大。当然我说不是说你了哈，就这个决策者我就好奇怪，因为现在民众已经听不懂了。原本396亿的主体工程，采土建机电合并，找一家厂商你们去做，后面几经讨论啊。在去年的一月份，这个由交通部批了，说这样的不行，这工程太复杂了，一定要分开。也讲的很有道理啊，就把它分开了。分开之后，449亿，一个341，一个大概108点几亿哈。然后还是没人去招标，还没有人来标。今年的提案啊，现在我看到你们的会议记录啊，他又主张，不好意思，土建机电要合并。又545亿，或者有一说是537亿，框在一起就一次招标。所以你能不能表达一下意见？我知道你不是决策者，还是你是决策者之一？什么原因？我不是该案的决策者，不过目前我在专案的协助督导，我具体建议他应该要分开招标。你具体吧，哈。对。可他现在具体，他现在具体，包括刚打电话给机场公司，他说他们现在觉得合并比较好。 Oh my god， 你知道吗？我帮忙一下，因为这个全世界在瞩目，我希望留下来是一个世界的一个佳话，真的不要到最后搞到一个笑话。我们自己内部啦，不论如何，当然你公共工程委员会跟交通部，他下面机场公司，甚至设计公司又是交通部的什么中华顾问什么师，然后投资的世熙啊，都一堆人，都是一群人，董事长也是交通部部长派的，搞一个事情搞得好像互相不认识的。所以我在这里，您就专业的立场哈，真的啦，你要具体建议，如果这样的一个量体合并的话，真的会造成非常多问题的话，我要希望主委啊，你要具体建议啊。
若是分开招标比较好，我觉得你在会议中要具体建议。最后啊，这是我们共同的期待了哈。从原本2020年说要完工，现在啊，我是觉得2014啊，我自己觉得看了这么多资料，我不太乐观呐、啊。但是我还是希望你在中间扮演一个关键的角色，能够加速 T 三的落成。谢谢。好，谢谢，我们来努力。现在请陈雪生委员发言。好，谢谢主席哈，是不是请主委？啊，请吴主委。主委你好。哎，你好，主委，很感动哈。刚才在门口啊，您聊到对宜兰呢、啊、一些产业哈、啊，目前武汉疫情发生了、啊，哦、啊，你还关心到宜兰这个产业民众的这个问题啊，我非常感动哈、啊。我想主委是个好人，我想请问主委哈、啊，我们全国啊，这疫情发生以后，有没有国内的这些工程业界单位啊？有没有纾困啊、资金困难了、啊、而要倒闭的，或是做不下去的，有没有？目前在公共工程来看，还没有这个现象。因为资金困难哈、哦，跳票，那工程做不下去的有没有？还没有哈、哦。目前还没有。目前还没有嘛哈、哦。哎。这个很重要了哈、哦，这个非常重要，请你多注意好不好？好。好，因为这个对工程业界也是纾困了哈、哦。对。所以昨天我在质询的时候，不要讲说振兴了，我们先纾困，哈、啊，你纾困不了，他已经挂掉了，你怎么振兴啊？没办法嘛。其实，这两天陈超明委员有没有，发言呢、啊？不是反时钟，他是也是我们是区域选出的委员呐、啊，而是民众的反应说，哎，很像防疫那边有600亿的经费了哈。什么钱我们不知道，搞不清楚，所以才有冻结啊、哦，说80%这样的问题啦。因为大家外面的传言说，哎呀，都是航空公司啊、机场啊相关产业钱都分掉了嘛，他们分不到嘛，你知道吗？所以才有这样的声音。我想立法委员是民意代表，基于职责啊，在立法院的发声也是正确的了哈。但现在就有一些新闻媒体啊。哎呀，这个就有颜色的把它区分了，我觉得蛮遗憾的哈。我在过去的日子里面，质询行政院功能委员会哈，我对采购法哈，尤其民众投诉的案件很多嘛。我知道目前像台电啊等等，很多的工程单位先把案子标了再讲，标了以后啊，发现问题很多，然后面临罚款的时候，哇，那很痛苦的事情。所以在这方面，当然您底下强将很多啊，主秘啊、副主委啊，都是对工程学有专精，尤其主委了哈。你这个是国内的工程专家。那么采购法的案件，当然从资料里面，2018年你们大概处理了697件，其中申诉案件330件，调解案件367件。请问现在还要排队吗？目前的调解案件都在进行当中。哦，你们都速战速决嘛，哈。对对。这个非常的好了哈，那么在有关采购法的训练，对一二三级政府啊的训练哈，我也从资料里面看到，你们大概一线，一化线上学习大概有15万之多小时了哈，那么对公共工程品质的一个训练班呢、啊，大概也有8000到10000人，这个都非常的好啊。我希望就是说对地方政府，尤其地方政府哈，我说就怕不懂。不懂也很好，一知半解啊，哦，那害死人了、啊，哦，每个案子在那边拖哈、哦，还有没有发现延迟付款？哦，工程已经完工了啊、哦，那么延迟付款这很重要哦，这个公务人员啊刁难哈、哦，刁难情势，好、哦，当然他理由很多了，好、哦，理由很多，所以这个也应该列为这个工程会啊公共工程品质付款。这一个动作啊，你们也要列为查核的一个项目，好不好？好。那早上那个副会计委员质询啊，国外的风力发电大概一度两块多的电，2.5块嘛，哈、哦，我们国内要5块多。
其实我在风力发电这个做这个一根啊，一根我去大陆访问过，一根大概我们马祖的对岸就是黄岐嘛，黄岐整个山都是啊，那里哈一根大概1亿的造价了，我们国内大概评估要6-7亿，当然是离岸堤嘛哈，是离岸堤的造价是很高的，需要平台船了、啊，大型的平台船去把基地做起来才能够把这柱子把它装上去嘛哈，所以这个刚才副委员离席的时候还告诉我，拜托吴主委，这个资料在一个礼拜或两个礼拜以前一定要送到本会来，好不好？好，好，这个我拜托你哈。另外，刚才讲到这个我们国内的工程的砂石啊，10%大概由大陆那边进来嘛哈。提到这个问题，我倒注意到一点哈，因为早上陈玉珍委员跟我讲到说，希望要成立金马特别法，哈。那么国军部队我们将来怎么抵抗敌人啊等等这些问题啦、啊、我说还要抵抗，我们在马祖的外海啊，砂石船起码200艘在那边哦，在挖那个沙子啊，那我们的国土快沦陷了，你知道吗？所谓国土沦陷是地层一直在下陷啊，你问有机会碰到金门杨振武县长啊，很多的海湾都已经一直在沉，一直都不见了哈、哦、那马祖的状况也一样，100-200艘的采砂船在外海，当然我也询问过海巡署，老鼠太多，猫太少啊、哦！你开了金门舰、连江舰、澎湖舰啦、啊、宜兰舰，你开了8艘舰艇去，大型舰艇去啊，也没办法，也没办法哈、哦。他们呢在中线，啊、哦，他们在中线采砂的时候越界，所以大陆无法可管。好、哦，当然除了我们彼岸的之外，还有浙江啦、啊，还有其他省份的、哦、也过来。那这些砂石啊，等于是海砂啦，他们拿去处理完以后啊，听说个砂石不错、哦，比那个石灰砂来得好哦。那这样子的话，我在想，哎，我们台湾沿海有没有采砂船在采砂嘞？啊，有砂可采吗？您知道不知道这方面的这个技术？台湾沿海没有。我们台湾没有采砂，都是在河川里面。河川，哦，那为什么马祖那个地方那么多的沙呢？哦，是100多、200艘哎，那看起来简直跟军舰一样啊，那个、啊，是不是？所以这样的一个动作哈、哦，我是觉得说，这个砂石啊，它是从我们那边采了以后再高价，那个、听说是暴利了，再卖给我们，好、哦，再卖给我们，好、哦，你觉得这个公平不公平哈？哦，所以我拜托主委去了解一下，好不好？好，好。还有现在我们重大公共工程，比如说我们淡水到巴黎哈，这个工程标了7次嘛哈，那标出去现在没有问题了吗？现在在进行当中，施工。施工啊？在施工当中。哦，它完工期限没有问题吧？哈，应该目前没有问题。好，那金门大桥的状况呢？金门大桥目前的进度大概68.4%，那么预定是在现在基础基桩的部分已经完成98%，那么墩柱的部分已经78%，那么上部结构的部分已经68%，所以预定应该可以顺利在明年。这个工程是东批那边最后承包嘛？哈，对对对。那承包以后有找韩商进来嘛？哈。他们是技术性的下包的部分不太清楚，下包嘛哈，下包下包没有法令上没有问题嘛哈，没有问题。他们最后又找了那个港珠澳大桥的技术顾问进来，那也是下包嘛哈。听说有3组在竞赛了，对，港珠澳大桥那个技术人进来是最后一组，但是他们在整个竞赛的过程名列前茅，哎，他们成绩很像是最好的，是不是这样？听说是有这样的状况。哦，你们是听说没有去介入嘛？哈，对，没有，因为他们分3组嘛，对深潮区的部分呢、啊，他们在积极的进行。因为什么？因为我们将来，我们马祖的跨海大桥已经在综合在做综合的计划嘛，哈。那将来这个计划做好以后，可能今年年底预估啊，今年年底明年年初啊，我们就要开始编预算，公路总局要编预算了哈。那编预算。马祖大桥的这个深潮区会比金门啊
来的艰困了哈、哦，可能是我们国内比淡水到巴黎还困难，哈、哦，这最艰巨的一项任务了哈、哦。当然，我之前有跟中央提到说开国际标，但是中央很像不是很同意。当然，我们间接的也学金门的模式啊，这样来做，我想是可行的了哈、哦。因为前赖院长有讲说，希望把一些工程技术啊，哦，能够留在国内。那当然，我们很同意中央的看法。尤其这样的工程，如果请中国大陆那边来开国际标，他们来做的话，钱也不要那么多，也不要100多亿，大概80亿啊。而且能够在3-5年之内很快速，哦，就能完工，因为他们有这样的一个经验嘛，哈、哦。那么讲到淡水的跨海大桥，还有这个金门的跨海大桥、马祖跨海大桥，讲到桃园航工程 T3，哦，T3 也是很莫名其妙哎，你看一直延宕。刚才早上鲁明哲委员发言，好几位委员都发言了哈、哦。他这个工程是遥遥无期吗？你合并又分开，分开又合并，没有预算的问题啊。他是你看看你们有没有去邀标，我不晓得哈、哦。应该有去邀标吧？这工程主办单位啊，我们有去跟他做一个检讨跟建议。好，现在讲到油利标啊，问题出最大的一二三级政府里面，大部分都是乡公所的问题最大。你主委有没有注意到，判刑的很多都是乡长，哦，几乎乡长乡代很多，上面是智慧型的，下面这个草莽型的，他根本搞不清楚。尤其补助款，你补助款下去以后用油利标，大概里面怎么分啊，干什么？好。分赃不均以后啊，一抖出来，大概你看都在牢里面的很多啊。好，我有去稍微去注意一下了哈。所以将来这个工程会啊，对这个有利标的部分呢、啊，你们可能要做一些处理了哈，技术上面的处理了哈。防弹衣，警政署的防弹衣后来结果怎么样？我是很好奇啊。5万件的防弹衣在美国这个验证标准来讲是不合格的，后来警政署怎么做的？我不知道。主委能不能说明一下？这个早上有委员提到，我们会进一步来了解。不是进一步了解啊，他的防弹衣5万件，美国认证不合格，他在国内一定有技术上改进的嘛？改进以后，这防弹衣搞不好都发出去啦。那个歹徒的子弹打过来，可以打到肉里面去啊！哎，这不要开玩笑啊，对不对？他一定做了一个什么样的改善？而且这一家厂商还可以继续，当然在法律上他用最低标。他标到你对他没有办法的啦，对不对？他标他合法依法得标嘛，是不是？但是行政工程会在这一方面，我觉得应该有一些积极的作为哈、哦，要跟地方政府来沟通。好的，好不好？那诸位谢谢你哈、哦。好，谢谢。好，谢谢主席。好，谢谢李坤德委员哈。下来请李桂明委员发言。李桂明不在，孔文吉委员发言。好，谢谢主席，可不可以请那个工程会的吴主委？好，请主委，谢谢。好，吴主委。孔委员你好、哦，你好，那个我想请教两个工程啦，啊、哦，那个应该都是你们工程会主管，就是主委，你有去宜兰县大同乡的英乐大桥，嘿，啊、哦，英乐大桥你有去看过吗？哈，对，那英乐大桥是我们大同乡英氏村到乐水村，啊，我们村民常年来建议，就是希望能够新辟那个大桥。啊，我想主委应该很了解，你是宜兰那边的哈。这个英乐大桥刚好是在兰阳溪的正中央，目前的交通状况是你必须要绕到这个最里面那个英氏村那边再出来，另外对面那个有一个宜兰县的这个道路啊，那个来连接很麻烦。那中间能够跨过去的大概只有这个牛豆桥。那这个我们英氏村跟乐水村呐、啊。如果能够新辟英乐大桥的话，那个将来是对我们村民族人照顾会非常好。这个桥的长度呢，
大概是800公尺啊，800公尺。那目前总经费预估是3.94亿元。那目前已经做了可行性的评估啊，400万元是中央补助。那在106年9月27号的时候，生活圈审议小组审议已经原则同意了，可行性评估在108年7月26号已经完成了。那现在目前已经可行性评估已经完成，那我们现在工程会呢，目前是在请宜兰县政府提出本案的需求可行性啊，是否需要办理环评作业啊，然后再研议后续经费筹措事宜啊。目前的进度我刚才跟主委都讲得很清楚了哈。那这个桥，我们工程会能不能够来协助？谢谢孔委员的指教。这个桥梁就是陈主刚刚委员所说的，当年那么地方的需求提出，那么承蒙委员的这个协助，那么争取到公路局的生活圈计划来做先做规划。是。那这个部分现在规划到一个阶段之后啊，那么后续应该怎么样去确定它可行，然后筹措经费来新建的问题？那这个部分是属于公路局这边的这一个主管的业务，但工程会我基于这一个宜兰县的这个协调的平台的这个角色啊，我会来做追踪，好，来协调。因为主委你去过了嘛哈，你有去过看去勘察过这个英乐大桥，这个是我们族人多年的愿望。那从英氏到乐水，英氏到乐水啊，英氏村到乐水村。啊，这个当然中间横跨这个南洋溪了，那也是我们当地的两个村，当然大同乡哈，他们这个多年来的一个期望。那我希望主委能够工程会这边是不是能够继续来跟宜兰县政府这边？好，我们来包括中央，包括地方来协调。好，怎么样来推动？好，好，谢谢主委啊。那另外一个工程是我特别关心，这个也是你们工程会主管，也是在我们原住民地区，是花莲县秀林乡同门村往那个木古木仪那个道路的这个复建哈。木古木仪道路这个同门这个道路呢，本席是在大概4年前有去看过一次啊，有去看过一次。那我们这个道路呢，是在103年的时候7月受到麦德姆台风造成灾害。啊，那边那条路呢，我们也有原住民的产业在那边，还有一些台电的这个什么发电厂也都在那里啊，跨过这个明隧道啊，希望能够做一个上下边坡的一个复建的工法。那但是这条路呢，已经拖了差不多快六年了哈，快上还没有复建啊，所以我们想说这个部分是不是再请主委来明确说明一下，因为这个已经拖了快6、7年了，啊，蛮久的一段时间了，那造成我们族人相当大的不便，是不是请我们？这个部分特别跟委员报告，他这个是由花莲县政府来负责做执行复建的工作。那因为从灾害发生之后，那么又不断的在发生扩大，然后因为地形、地势、地址的关系，对于复建的方案一直不能没有办法决定。那么到了这个去年的6月，我亲自到现场去勘察，提供他们共同商讨出一个复建的方向。那他们也进行规划，在今年的2月7号提出来。那么我在这一个在你有召开审查会议吗？然后。你决同意，你们是同意采明隧道及上下边坡复建工法？哦，他1月7号提出来，我2月7号我就开会，就给他确定方案，总共1亿8500万，那么现在他们已经在进行设计跟准备施工当中。好，这个是由我们工程会里面的灾后复建的经费来这个给我们花莲县政府，从灾害的费用来协助。好，希望这个工程这个路也拖了几年，我们希望很高兴听到我们主委哈能够很明确的讲出来啊，这个我们这个同门这条路啊，到木古木仪的路啊，希望我们工程会再继续加把劲，好不好？继续列管追踪。好，列管追踪。希望主委是希望什么时候县政府能够来发包？
我们希望它能够尽速哈、哦、来进行，那么希望在。希望后年能够来完成，今年就能够发包施工。今年发包，后年完成。哎，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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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诸位，谢谢，谢谢。好，谢谢孔文吉委员，请邱志伟委员发言。很认真你啊。好，谢谢主席。有请那个吴主委，那个。活化公共设施迄个是多少处？公管处，公管处嘛吼，来嘿，朱委，朱委呢？对啊，我请朱委啊，我朱委，好，朱委。邱委你好，朱委好，迄、那个你报过来的哈，闲置公共设施活化是恁的业务嘛哈，就剩公管处。公管处，我们对啦，是公管处嘛，哈。对。不过讲，目前列管428件，哈，达活化标准一共406件。迪化山区的高雄企业工山，我觉得绿环境管有没有在这个管制的这个里面？绿环境管，绿环境管的工山的本州工业区，哈，你看这图片，哈。啊，外靠是一个，较早是南区环保科技园区。来这一个哇，庭园造景哈，一个小桥流水，来这哇，装潢真好，弄种七楼的建物，哈、哦、啊，当初是要做绿环境馆，2006年新建，哈、哦、啊，到时阵到2015年，2015年租约到期，听吧，完全是闲置，来这物啊，包括设备，包括一些桌啊椅啊，还有开会的设备，拢是新的，都是新的。真怕算了哈！当初开发者，诸位，你知道开发者？高雄管政府开4亿外，用无几当啊？即嘛，拢无人叮当。我当个家鬼吼，就淌血一次。我做个民意代表，我看即、這个，佫无感觉，那我一定失职。大家因为啊，我一讲啊，因为怪怪。那个地点很好，离本州港区主要的入口，哦，头前个新都。交通方便，竟然无得活化。你428件内底达到活化标准406件，有包括这件无？没有嘛？那到底有没有在你们管制范围里面？有没有包括在428？有在列管中。不，有没有包括在428里面嘛？有。好，那是不是你说没有到整并，也没有到活化，所以你这是在继续列管，对不对？所以在22件里面嘛。你完全没有作为嘛？我即阵过来盖，买现看过来盖，恁工程费我嘛要求你一看，看两三盖，无当，完全无任何动作。啊，你个管是假呀、啊！工人组处长你敢知？处长，这样你敢知？你捌去过无？没去过。你没去过，我已经召开过很多的协调会。那你同仁也去过看过，有没有给你报告吗？你每季都有管控，而且你们有依据这个作业要点，到底有讲的几案，你有用心不？好、哦，你们成功率蛮高的，428件，406件，啊，这个一个动作没有，一点作为都没有，卸我坑里呀！半年后得掉，半年后设备，回一些东西呢，摄影那些设备、那些扩音设备、开会设备都是新的，那没用。我不记得高雄市政府，刚问你中央主管机关，你作为工程会，你督导这个公共设施的这个活化，你有这个责任吗？我不是唔捌讲过，我讲过来改。注意啊，这边呐，马上去管好不？我马上去，马上去，你请进去啊！我已经帮你想好要怎么活化。如果连你们都没有，行政部门都没有办法积极。都要靠民意代表去帮你们这个去提起好几次，你们才愿意去做。啊，你还敢吐？包括你们活化要怎么活化？来，我们看一下。台电呐、啊，底外酸库系列新南火力发电厂有没有设置？还有个电换一号所设立系列新北市板桥哈，他做一个也是这个这个绿能的一个展示所，哇，真水
好，全民参与过去的游戏馆、健身房、VR 实践机器人，也是跟这个绿能有关系。我拜托代电，我的经济部，我拜托代电，你爱舒克，你南部南北平衡，你南部汉人后所在，我未来五芒底外山区是现在他们认为是高雄市的这个蛋白区，我五芒公底外里面把它变作蛋黄区，所以这个汉人后，这个过去的绿能馆。七层的建物都非常好的结构，外面停车又方便，又有庭院造水，完全看没有看到工程会有任何的作为，所以我很遗憾，也希望说我今天质疑完之后，诸位你能够责成公管处的处长亲自去看一下，好，如果没有办法，你最好找海淀一起看，是不是可以把这个转型成让他市政府你们可以监督他，因为他这个虽然是市政府的财产，但是你们当初是中央这个环保署的预算出的，西耶瓦你西钱买西耶瓦闲置瓦固哎，将你们不会当呢，永磨归当闲置八年以上，哈尼亚后得点，哈尼亚后有建物，现在我们冈山区行政中心呐、啊。哎，嗰里市中心停车不够不方便，因为在苏克宫是不是把公企政府叫来，大家协调一下。你冈山区的行政中心整并什么户政，整并成卫生所，共同在那边变成一个新的冈山区的一个行政中心，起码也塞啊。我就跟他们讲，你428来对，竟然无包括一件，啊是虾米原因？哎，主任你讲啊，主任。包委员，428件里面有这一件哈，那我们现在持续列管中的21件里面也有这一件，对嘛？就是你没有做，就持续列管嘛。是，我们其实在跟，那你们告诉我你有哪些做在过去？是，那我们过去 nothing 有跟环保署哈有。你们开过会？有开会，然后环保会记者给我看，我不觉得你们开过会。环保署的那个，他针对这个案子也办了好几次的那个活化的那个会议哦，要求高雄市政府要积极的处理哈、哦。那这部分我会亲自再去县地，我们会把这个做一个积极的处理。因为我没有办法去监督市政府，是，我能监督工程会，是工程会你们列管，而且我看成效很好啊。那我为什么我的选区这个没有任何的作为？哎，吴主委，这是不是有监督空间？我去了解一下。好，那什么时候给我一个比较明确的一个你们改进，或者是这个针对这件绿环境馆要提出再造的一个报告？我一个月内给委员明确的一个方向。好，哎、啊，那个我拜托注意，你不要都去看，拜托副主委。我会亲自去，亲自看。好，好，投下。好，谢谢。好，谢谢邱志伟委员。下面请郑天才委员发言。郑天才不在。谢依凤委员发言。谢依凤不在。刘世芳委员发言。刘世芳不在。钟嘉宾委员发言。钟嘉宾不在。陈明文委员发言。陈明文不在。廖婉如委员发言。廖婉如不在。高嘉瑜委员发言。高嘉瑜不在。庄敬诚委员发言，庄敬诚不在。周春米不在。廖国栋不在。登记执行委员均已经发言完毕，做以下的决定：报告及询答完毕，委员于执行中要求提供相关书面资料或未及答复部分，请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员会尽速以书面答复。休息，星期四上午9:00继续开会。好。